第0831章，过去的倒影。温暖和煦的阳光落在脸上，甚至于都有些过于干燥了。魏渊晃了晃头，确定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一片森林地形，一棵棵上了年份的树木拔地而起，浓郁的灵气在树荫下面流转着。地上长满了各类的灵草，这是上古年间，灵气充沛，连杂草都有一缕灵气，远远望去。各类的妖兽凶兽在这森林当中迈步，残酷的捕杀活动潜藏在这一幅祥和的画面之下。天空云气浓郁无比，遮掩了视线。这就是现说的那个天之碎片里面的情况，对于过去的倒影。难怪灵气如此充沛。魏渊环顾周围，这里完全可以当作是一个小世界，只是同样是小世界，这个地方和自己那嘎踏玉虚宫比起来，真的是自己那小世界完全可以扔掉了，是过去时代的倒影所化，难怪如此的奢侈。魏渊总觉得这里比禹王时代都来的灵气浓郁，天地祥和的多。现，你在哪儿？白发道人环顾周围，却没能发现那位性格大胆的龙女所在。明明刚刚是抓住手腕进来的，但是却出现在了不同的地方吗？也就是说，那一片天之碎片根本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地那么平静，内部有各类的空间乱流。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是不周山被撞了一下本能的抓下来的那一片碎片，那肯定被抓得死死的。魏渊神识扫过，竟然也无法把握住这里和外界的联系通道，连人间天庭的符箓大阵以及蛙皇、不周山的气息都无法确认位置。袖袍当中一缕特殊的气息浮现出来，混入了魏渊自己的神识，而后这一块天之碎片演化出的小世界便无法阻拦魏渊的神识。魏渊清晰地把握住了外界的锚点，能够保证自己在特殊情况下足以破开此地的封锁离开这里，这才稍微安心，伸手取出那一缕特殊气息的东西，正是之前魂天所留的信笺。此物赋予魏渊能够洞穿天之封锁的力量。不愧是你呀。魏渊手指托着这一封寻常的信笺，天道恒长，为最高之道。是当年就算到了我会和天再有缘分，所以留下这东西吗？白发道人默然许久，将这来自于过去的帮助握在手中，收入袖袍。不过，引动了魂天所留的力量，再加上这东西被创造出来是蛙皇补天、天柱崩倒这两件神话事件，这个地方恐怕远远不只是天之碎片这么简单，保留在九幽恐怕还有其他的目的。先找到现在说。魏渊五指握合，把握天机，他虽然不擅长天机卜算，但是要找到线的那一条，然后跟着过去，就像是抓到毛线团的一端用力一抓一样，这个还是没问题的。虽然说原理简单了一点，但是有用就好。魏渊循着天机迅速腾空，途中有一只一展300米的凶兽猛地朝着道人袭来，被反手一巴掌拍飞，这地方恐怕早就和大荒昆仑隔离，不晓得我是会做饭的吗？你们一直这么勇的吗？要不是赶路，高低得给你做成卤鸭肉。魏渊御风之速极快，约莫花费了一刻钟的时间，那天机就到了头。魏渊低下头看去，看到一名灰衣少女满脸恐惧，看到周围有一只只凶兽包围，看到她身躯僵硬，眼底有着第一次遭遇危机的茫然失措。而这灰衣少女身上有着极为浓郁的线的气息。这是怎么回事？魏渊微微惊愕，第一反应是这家伙又在搞什么玩笑，旋即看到了那少女眼底的泪痕，显而易见是被吓哭了。微微皱眉，五指握合，人间五雷法，煌煌辟邪咒。纵然没有了符箓天庭加持，魏渊的五雷咒法仍旧效果足够。伴随着暴虐的雷霆光芒，周围的五只凶兽浑身焦黑倒下。那灰衣少女松了口气，面色煞白，腿脚一软坐在地上。抬起头，看到雷光散去，白发道人御风而落，袖袍浮动。现，你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灰衣少女泪痕还没有散去，手掌不自觉颤抖，这是因为极端的恐惧。魏渊微有惊愕，看得出这绝不是什么伪装的，
身子一晃，直接出现在了灰衣少女之前，并指伸出，点在对方眉心。真灵，自我保护性沉睡。魏渊嘴角抽了抽，迅速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节点。这是颠倒阴阳的副作用，被这天之碎片的效果干扰到了。这里残留了魂天的力量，而现又是被伏羲那蛇渣干扰了根基，相当于自身根基虽然是十大巅峰的级别，但是却不稳定，被这一冲击进入了短暂睡眠。外在表现就是短暂的失忆，和当年的西王母类似。也就是说，幻视烛九阴自己进来也是这个问题等等，所以烛九阴故意闭关让现来倒霉。可恶啊，伏羲你个蛇渣，居然隔了这么多年还能搞事情，你是不是故意的？魏渊嘴角抽了抽，深深地感觉到了，和烛九阴和伏羲相比，现简直是太单纯了点。伏羲强大神秘莫测，天机之主，遗毒万年的蛇渣，等我出去了给你看100年的 NTR 本子，我让你看到应激。白发道人朝着天空比划了一个中指，而他的动作让失忆状态下的少女警惕，然后后者下意识张开嘴，下意识狠狠地一咬。哪怕是真灵短暂沉睡，外在的表现性格也充满了线的特性，在具备攻击性的同时，有一点很重要，烛照九幽之龙，牙扣很好。咔嚓，不周山宫体的皮肤就跟脆皮雪糕一样被咬破。魏渊额头青筋奔起，低下头看着咬住自己手臂的失忆版本的线，失忆的这家伙连形体都化作了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死死咬住手臂不松口。白发道人抬起手，这家伙直接挂住魏渊的手臂，像是一条被晾干的咸鱼，死死不松口，满眼的倔强。松口，呜呜，我叫你松口啊混蛋。魏渊用力挥舞手臂，另一只手直接扣住这家伙的头，想要让他松口，但是蛇类咬住猎物是绝对不会松口的。魏馆主额头青筋奔起，有幸体验了一次烛照九幽之龙的咬合力，不周山宫体都差一点被咬穿。这还是现失去记忆，处于本能状态，要是这家伙暴走的话，不可想象。魏渊总算是明白烛九阴说他的防御太弱是什么意思了。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阵肚子响的声音，魏渊思绪微顿，视线往下，咬着他的灰衣少女视线往一侧偏移下去，面容通红。难得呀，现居然会脸红。白发道人伸出手指道，我给你做饭，你松口。懂。灰衣少女沉默了下，似乎是在斟酌考虑，最后还是乖乖松了口，老老实实抱着膝盖坐在那边的石头上发呆。魏渊看到自己的手臂上出现的咬痕，而后不周山宫体的万劫不灭体发挥效果，哪怕只是初步掌握，魏渊的伤口也在慢慢恢复。只要我的血条足够高，那么再大的伤害都没问题，就是回血实在是太慢了。周围就有凶兽，而且尤其是一点，这个天之碎片的世界里面，那些妖兽居然不害怕魏渊，甚至于会把收敛气息的他当作猎物主动攻击，这种待遇让魏渊几乎有种喜极而泣的感觉。终于不用再经历找猎物那么困难的生活了。这里的条件限制比较简单，魏渊只是简单烤制了几头肉质比较合适的妖兽，反火甚至于没法烧熟这些东西，必须以温度更高的灵火。相对而言，口感确实是更好，可是也过于坚韧，没有修为的人根本咬不下来。当然，这样的问题在那灰衣少女的牙扣面前不是问题。烤得表皮金黄酥脆的鹿腿，往下滴落油脂，落在火焰当中，更是激发出香气。魏渊以剑气切割这些食材，那边的少女线狼吞虎咽，像是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一样。你慢点吃，我去找找水。魏渊摇了摇头，确定了这里的地形大概是哪里。在现在的修为之下，哪怕是几千年前的旅行记忆也会无比清晰。魏渊大概认出了这里到底是在哪里，或者说是对应人间哪一部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附近有一条大河，是共工当年搞出来的。里面的鱼肉味道很好。
生长着一种足以抵御上乘火焰神通高温的虾。但是生吃的话，味道鲜美至极，能够提纯血脉。只是想起来，魏渊就觉得口舌生津，有点嘴馋了，说是找水，其实是为了找到美食而已。只是魏渊驾驭流风，在这附近来来回回，也不知道找了多少次，就是没能找到。神石扫到那边的少女吃饱了，也只好遗憾回来。看来，毕竟只是天之碎片演化出的世界，和现实终究还是不太一样的。也是，这碎片是被共工撞塌了的，那时候未必有这一条河，这碎片自然也不会有所映照。这样想起来的话，倒是也算是正常。魏渊若有所思，看着那边吃饱喝足的灰衣少女，道：如何？好。少女现语气简单，很不淑女地拍了拍肚子，沉思。要怎么样才能让你给我做饭，一直做下去？你还真是够执着的呀，混蛋。魏渊嘴角抽了抽，而后反手一下拍在他额头，理所当然地吐槽道：等到我死了，就给你一直做。可你什么时候才能真灵清醒过来啊，可恶。魏渊咬牙切齿，可恶的伏羲啊，你把我的向导搞得失忆了呀，混蛋。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通过这个天之碎片小世界得到此物的所有权。简直像是一个游戏直接把通关目标都给拿掉了。不管怎么样，先探索一下这个世界吧。顺便把它带上，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恢复记忆了呢。魏渊尝试捕捉野生的失忆线。失忆线警惕，龇牙。魏馆主使用了三串美味的烤肉串。效果拔群，诱捕成功。魏渊看着旁边的线，看着他用力咬着因为温度降低变得有韧劲有点难咬的肉串，若有所思。看来虽然因为真灵短暂沉睡，记忆在这个天之碎片里处于封禁状态，但是感应气息的本能还在，所以才会对自己这么信任。恐怕遇到什么危险的话，会立刻冲破封印。要不要尝试把它丢到什么山海裂隙、神带熔岩地心之类的地方？白发道人摸着下巴，看着旁边的少女线，还是打消了这个主意。会被恢复记忆的线揍一顿吧，之后可能还会被共享记忆的煮酒音再揍一顿。外貌14-15岁的少女抬眸，眼底好奇澄澈。白发道人揉了揉眉心，道：没什么，下不了手。一路前行，魏渊神识不断往外放，只是不知道为何，这天之碎片当中，充斥着连他的神魂都无法外放太远的，极为奇异的浓雾，似乎是魂天力量的残留，具备有高于一切的特性。也就是说，具备一切概念当中的最高优先度。还是一模一样的看起来温和实际上不讲道理的家伙呀。魏渊吐槽，而耗费了这个碎片小世界的好几天时间，终于找到了人。那是一个商队，仍旧还穿戴着古代风格的服饰，腰间佩戴着锋利的石斧，上古的青钢岩，内部蕴含灵气结构，自然成阵，锋利度直接可以撕裂岩石，斩碎钢铁。不过也就只有在这种级别的灵气环境会诞生。魏渊主动放出一丝丝气息，队伍的领袖直接猛地起身，眼睛明亮，手中多出一柄沉重的战斧，道：是谁？哪个部族的？他看着从丛林中走出的那白发道人，带着一些警惕。魏渊摸了摸下巴，道：部族的话，涂山部的。涂山？那领袖嘴角似乎抽了抽，看了看白发道人的模样，尤其是那白发青年的样子，赞同地点了点头，道：确实是那涂山部的狐狸样。小兄弟是白毛狐狸精吧？有几只尾巴了？魏渊，大概是7只。9只那肯定不行，不可能的。我不可能那么谢。领袖上上下下打量了下，口中道出一句古朴有节奏韵律的声音。魏渊在涂山部生活过，知道这是涂山部的口令之一，微笑的用相应的口诀回应，那首领才点了点头，道：是真的。既然是涂山部，可要和我们同行。不过涂山部不在这个方向，你怎么会从这儿出来？因为我是从外面来的。魏渊面不改色地回应道：因为有事外出，故而绕了点路，
不知道诸位这是要去。哦，那还用说吗？领袖爽朗笑道，当然是去有熊部轩辕丘。轩辕皇帝要在那里选拔下一代的人皇。而这一次的参选者，一方乃是那位共工，另外一方可是颛顼。这样的大事，我们当然要去了。谁？轩辕、颛顼和共工竞争人皇。魏渊的笑容微有凝固，突然想起了之前现在进入这天之碎片说的话。远古天道的碎片演化出了一个小世界，里面恐怕是过去的倒影。过去的倒影。第0832章水神共工年轻版本。远古之势的倒影，也就是说，这就是那一块天之碎片在崩裂之前的一段时间所记录下来的东西。而现在，这些过去的经历不断地在这碎片演化出的世界里出现吗？是会不断地将这一部分记录的过去循环往复地出现，还是说只是恰好因为他进入这里，因为袖袍当中的魂天气息刺激，所以才令这一段被记录的历史激活了？结合现对此刻的情况没有预料，反倒被反噬到真灵沉睡，很有可能是第二种，是魂天的气息。所以其实也算是我坑了线。是谁坑了他？是我。是我呀。此刻恰好有千年流风徘徊，天边的雾气散去，这一简单的事情居然有一种恢弘之气，而那边的不足之人都虔诚无比地跪在地上祷告，白发道人动作迟了一步，在众生的寂静当中。魏渊看到了一座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巍峨无比的山，支撑着天地。完好的不周山，支撑着天和地的界限，定下诸多规则流转秩序的万界之基。白发道人徐徐吐出一口气，不周山未崩，天也未曾碎裂，一切未曾发生，一切即将发生。这就是这天之碎片代表着的过去，是这天之清运的核心，也是拥有此物的可能性吗？没法破开天之碎片记录的过去，就没有办法将这一存在收入手中，化作宝物。还真是大难题，这种困境要怎么破？是要阻止共工在水神共工撞击到老不周腰子上之前，先提前群殴把共工给放翻了，还是说代替老不周被共工撞一下腰子？这个大可不必，代价太大，还是让老不周抗住吧，反正腰子对他也没啥用处。怎么了吗？涂山部的狐狸兄弟那位队伍的首领抬起头，看到了那边白发道人咬牙切齿，疑惑道，你们难道不是来参与轩辕丘的集会的吗？不打算去看看共工和颛顼的竞争？白发道人回过神来，慢慢点头，神色温和，言简意赅，一语双关回答，我去。这一个队伍也是有熊氏分出去的，领袖看到那样貌稚嫩的少女线，非常慷慨地分出了一支坐骑，白发道人让失去记忆的天神坐在了巨兽的背上，后者却极为警惕，大有立刻就跑的趋势。在第四次逃跑失败之后，魏渊一只手拎着灰袍少女的领口，任由其手舞足蹈，龇牙咧嘴，仿佛一只凶悍的小兽，一只手扶着额头，只想要仰天长啸，却无可奈何。你跑什么？你要卖掉我？我，谁说的？灰衣少女不答，只是一双金色的瞳孔看向旁边，看到那边的人族部族带着不少活着的野兽以及野兽的尸体，其中也不乏有各种各样的蛇类。这个时代的人族还是轩辕帝在世的时代，在十大巅峰不出的情况下，绝对的三界八荒第一流势力。尽管当年蚩尤、刑天、神农、封后、厉木这些英雄已然逝去，但是轩辕帝还在，其轩辕剑锋所指之处便是人族边疆，朱逆神亦是不敢正面掠起锋锐。白发道人无可奈何，反手一手刀道，算了，我就在前面牵着这凶兽，你不要怕，我也不会跑掉，也不要咬我。灰衣少女点了点头，再说了，你都咬过我一口了，这都相当于烙印了，你会找不到我？魏渊无力吐槽，古神的接触被差一点咬出个对穿，留下了足够浓郁的气息接触，这东西基本上跑到那里都会被发现的。
真灵似乎沉睡的少女有些模糊的重复。咬一次就是烙印。是啊，那是你的烙印。白发道人如此回答。而后把少女放在了凶兽背上，转过身，牵着巨大的凶兽迈步往前，灰衣的少女眼眸微敛着，手指下意识伸出，拉着道人鬓角一缕白发，长度到了坐下白发便要垂落在地的级别。那一缕鬓角白发被少女拉到后面，缠绕在手指间，终于安静下来。魏渊迈步沉思，旁边的凶兽难得不会对他产生恐惧心情，而魏渊思考着，既然是倒影的话，这个小世界里面的存在，无论是共工、不周山，还是说人族那些存在，都属于是投影类的状态。本身实力不会像是本体那么离谱，那么恐怖，他应该足以参与到这一场神话中最盛大的事件，而不至于被一头撞死。但是，既然说这里也算是小世界，那么诸多世界和时间的自我唯一的十大巅峰，难道对此没有察觉吗？还是说，这一个小世界的他们被魂天的气息遮蔽，未曾察觉到？这样看来的话，魂天最后那一步踏出，还真的是收获巨大的，让人惊叹了呀。天道，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大道。他真的抵达那一步了吗？魏渊心中复杂至极。所以，如何破解此局？是要尝试把共工先放翻，还是说提前提醒老不周？总之，一定不能让天崩的事件再度发生，只要能够尝试阻止，那这样的话，这一个天之碎片的谜题也该解开了。经历过好几天时间的跋涉，魏渊看到了远古时代的轩辕丘。这是当年轩辕尚在，虽然说神农氏、蚩尤、刑天、封后等这一批的人族英雄或者失踪或者死去，轩辕丘已经不再是巅峰时期，但是轩辕尚且还在，那这里就仍旧是三界八荒一股无法被忽略的势力。十大巅峰寻常不会出世，人族本就是第一流的势力了。只可惜寿数有定，人皇位格也会带来巨大反噬，令历代人皇无法转世，而凶兽神族的寿命远超于人族，同等实力的境界，一尊妖神就算打不过巅峰期的人族强者，也可以靠着寿命硬生生熬过去。哈哈哈，我就想着你们也该过来了，居然比我想的迟到了。这一次的收获如何？一位高大健硕的男子大笑着迎面走来，和那位队伍的首领熊抱一下，而后视线看过来，看到了那边的白发道人，看到了灰衣少女，疑惑道，我不记得你这部族里面还有这两个呀，生面孔。哦，这是涂山部族的女西氏渊，这个是他的同伴现。涂山氏看守者有熊不轩辕丘的男子缩了缩脖子道，女西氏白毛。男子叫西渊。好吧，涂山部可是女娲大神留下的一支，虽然说因为当年娲皇一日七十化变了不少的模样，可也是我人族正统。还是欢迎了，请进来吧。之后我们会联系涂山部的。魏渊噙着微笑颔首。反正在选拔完之后自己就闪人了，无所谓。这算不算也是涂山部的作风？另外，阁下这一身衣服，那男子指了指魏渊的黑衣，道，难道说是支持共工的吗？不，我不但不支持他，我还很想要一头撞在他腰子上。魏渊心中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衣服，黑色，为水德。真倒霉。魏馆主无可奈何，然后噙着微笑摇了摇头，道，不了，这只是路上黑衣比较方便而已。有熊部是人族最大的聚集商会的地方，应该也有售卖货物的地方吧。哦，涂山部的兄弟要来交换一下吗？那位有熊部的男子非常热情。请，雷祖大人的部族也已经来了，有以诸多异兽蚕丝编织的衣物，绝对的物有所值。哈哈哈，请吧。魏渊道谢之后，带着少女状态的线走在有熊部当中。不得不说，这个时代的有熊部不愧是天下的一大核心之所在，无论如何可以算是物产丰富，应有尽有，后世都灭绝了的许多灵物就跟大白菜一样摆在地上。魏渊倒是不需要这些灵草的灵气补充。
就是馋这东西的口感。买了一堆第一辈子没吃过的玩意儿，准备找个地方炖了试试味儿。至于钱，这一路上好几天，自然也是遇到了不少的凶兽猛兽，魏渊试了试，自己现在浑身上下都被魂天那种高于一切的力量气息所笼罩和覆盖，实力可以完美发挥出来，就很赞。一路上干翻了不少的敌人，剑术都没用，天罡正法就足够强大了。攒下来了不少的货物交换，一路交换了许多，全部都塞到了袖里乾坤里，此刻尽情兑换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非常愉快地和上古的老棒菜们砍价。后世历练出来的魏馆主甚至于一瞬间有自己在欺负这些老帮菜的良心不安感。在享受了砍价的快乐后，又按照了原本的价格买了下来。灰衣少女疑惑地看着他。魏渊咳嗽了下，反思自己刚刚是不是过于泄了，一定是伏羲和女娇的影响，语重心长道。好孩子，不要学啊。声音落下才反应过来，这家伙可是青山县啊，比起谢自己可比不过他。也就是现在对方真灵似乎沉睡，要不然的话自己恐怕会被嘲笑一番吧。魏渊把这个念头收起来，走到了雷祖部当中，要求换取衣物，一眼看中了一身青山。上古的材料，雷祖部的手艺比魏渊穿过的所有衣物都要好，而且具备有多种的类法术能力，当然魏渊自己是用不到就是了。心满意足的交换完，魏渊准备离开，视线看到了那边的灰袍县，想到后者之前说的故意要换一身煮酒阴的衣服，打算吓唬他一次，嘴角抽了抽，这大仇此时不报更待何时，伸出手指了指安静的少女道，给他也来一身。灰衣少女抬眸怔住，白发道人摆了摆手温和道，去吧，我在这里等着，挑你喜欢的就行。看着他和雷祖部的人进入屋子里，白发道人挑选着摊位上的东西，不得不说这里的东西有不少都极好，虽然原始，但是具备有相当强大的灵韵，本身不需要多少的炼化就是强大的法宝。其中一根棍棒散发着强大的水流气息，魏渊挑了挑眉，伸出手去拿，这东西吴知奇应该会喜欢，也不知道那，但是他伸出手的时候恰好和另一只手碰住，以他此刻的修为竟然没能有提前的预兆，下意识抬眸看向一侧，那边同样抬眸，青年眉眼伶俐，面容不乏柔美，身材足足两米有余，却显得极为匀称，额头有装饰以宝石的绑带，贵气雍容，散发出了磅礴浩瀚的水德之力。白发道人敛了敛眸，共工，第二个念头，这家伙好像还不是十大巅峰级别，至少这个人族化身不是，要不要现在给他后脑勺一棍子，解决不了问题，只需要解决带来问题的家伙就可以了，让他直接睡过了那一段时间，自动弃权，事情不就解决了？选择和共工战斗，还是说直接代替不周山被撞？不不不，老夫直接卡 bug。他伏羲的，我真是个天才。魏渊一时间有些异动，下意识握住了棍子。第0833章，众所周知，做坏事的时候要披马甲。水神共工，或者说此刻的人王之一看着白发道人，挑了挑眉。生面孔，你是？哦，这位是涂山氏的兄弟，这一次是和我们的商队一起回来的。魏渊还没有开口，旁边就有大兄弟非常热情地做了介绍，上古年间，民风淳朴，乃至于此，尤其是还非常热情地介绍过，这位涂山氏的白毛狐狸精来的时候穿着黑衣服，铁定了是支持共工不足的巴拉巴拉。白发道人的笑容都有些绷不住。共工看着他身上的青衫道，黑衣。魏渊微笑回答，青衣舒服点。俊美的神灵挑了挑眉，没有多说什么道，这东西你要吗？魏渊心里预演了画面，以共工之傲，自己要抢夺他的东西，两边肯定起冲突，到时候顺手给他后脑勺上来一下狠的，这家伙绝对反应不过来，轩辕帝也没法对他说有问题，简直完美。
白发道人挑了挑眉，道：“是，我要了。”眼光不错。共工颔首，而后随意指了指旁边几个东西，道：“那我就要这些了。”准备挑衅之后，反手一棍子的白毛呆住。等等，等等，这不按套路出牌啊。共工，你现在脾气这么好的吗？难道说你之后脾气不好是因为一头撞在老不周的腰杆子上，老不周倒霉了，你的头也被撞出了脾气暴躁的毛病吗？动不动就水淹天下，覆淹九州的。魏渊的计划失误，看到那边的水神共工买了一堆的东西交给旁边的属下提着，里面有许多甚至于是孩子们会玩的普通小玩具，道人捏着那根水棍若有所思。旁边雷祖不足的女子叹息道：“共工冕下还是这样啊，每一次征战回来都会给孩子们买这些东西。”孩子？魏渊询问。是啊。那位女子回答：“共工冕下对抗着外界的妖魔，是人族不足的战神之一，但是即便是有他在，也会有很多的族人战死的，有的是共工不足，有的是其他不足。共工冕下会把这些孩子都带回来保护好，也是好事啊，否则没了爹娘，不知道会有多少孩子死在外面。”白发道人握着水棍，微有诧异，暴虐淹没九州的水神，以及此刻这个人族水政一方人王的共工，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魏渊把这个棍子买下来，只能说不愧是上古灵才，这好东西在什么时候都不便宜。以物换物，魏渊掏出了一大堆妖兽的材料，其中甚至于有逼近山神级别的妖兽尸体，才换来了这一根棍子。内部有混元之气流转，这棍子若是在适合的人手中，每一击都可以运用混元之气，一棍之下极为沉重，简直可以把神的腰杆子都抽断，水属金财金水相生，循环无端，更锁住了一道混元之气。这离谱玩意儿也就在这上古时代的人族核心区域才会出现。等了一会儿，少女线才走出来，原本灰扑扑的衣服换成了一件白色的衣物，上面有着上古部族的纹路，看上去端庄典雅，黑发垂落在后面，用朴素的发绳中间收束一次，脚上踏着九黎布产出的小鹿皮靴子，腰间挂着一串铃铛。不错啊。魏渊讶异，失忆了审美都在线，倒不如说这和他原本的审美完全不一样吧。也是，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整体氛围气质如同燃烧火焰的线，会喜欢朴素清雅的青衣本身就是个离谱的事情，青衣居赤水，真的是上古的历史绝对有些缺憾。魏渊揉了揉眉心，觉得自己所知道的那些历史恐怕是有所变更的。倒不如说，经过文字和口口相传的过去历史，肯定出现主观性偏差，会有这样那样的偏离。不过现在他来到了天之碎片倒影的世界里，倒是可以用自己的双眼看看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魏渊打算离开的时候，却感觉到袖口被拉了拉，下意识转过身，换了一副打扮的少女指了指后面。嗯。白发道人疑惑，而后视线下意识偏移，看到那边一位魏雷祖部的女子端出了一套套衣服，足足放慢了一个台子。道人视线凝固，少女道：“你说过的要我自己选喜欢的。”“我是说过这些都喜欢。”魏馆主嗓音发干。“对呀，都喜欢。”魏渊揉了揉眉心，稍微轻点下自己袖里乾坤里的货物，而后双手按着线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喜欢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啊，线，你是神灵啊，神灵就应该有神灵的雍容和气度，神是不能想要什么东西就立刻抢过来的，那太失态了。”线疑惑道：“不能立刻抢？喜欢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立刻抢？”“嗯，你看，你可是神灵啊，没有必要一口气拿到手。这些东西虽然现在不是你的，但是你之后慢慢的拿到手里也是可以的，在神灵漫长的寿命之下，你喜欢的东西哪怕现在不是你的，未来也必然将会属于你。所以呢，无需争夺，秉持从容和神的雍容，只需要带着这雍容和矜持，平静的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就可以了。”
魏馆主绞尽脑汁地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有道理。少女点头，似乎接受了这样的说法，神的雍容和矜持。属于我的，最终将会属于我吗？对呀、啊，啊哈哈，哈哈哈，少女你很有悟性啊。道人笑容爽朗，对那边的雷祖不偷笑的女子摆了个手势，让他们把东西收起来。对面的女子刚刚在屋子里，此刻走出来看看是谁如此的大方，噙着微笑点头道，涂山部的。嗯，很明显吗？很明显。白发女子温柔笑着点头。讲述的也有道理。魏渊干笑了两声，无声自语道，其实只是没钱了。最终魏渊只是买下了县的第一套衣服，然后带着他去找住处，一路上看到的摊位上，看到了诸多只有这个时代才会有的东西，散发出了各色的灵光，诱惑至极。魏渊其实已经明白过来了，这些珍稀的灵材之所以在几百年之后的禹王时代就全部消失，是因为天柱崩塌，规则秩序散乱，导致了整体的神代规则变得越发的狂暴混乱。这些具有丰富灵韵的材料都比较脆弱，生长的环境也很苛刻，也就伴随着这神代最大劫难的出现而消失了。而只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才告知魏渊，此刻他处于的是天之碎片倒影的小世界，是倒映出的上古年间。世界变化，天地规则流转，唯独魏馆主的贫穷贯穿上古和后世。魏渊看着那一件件想要买的东西，就像是走到书店，或者美术生走到了那种大型的文具店，什么都想要搬走，购物的欲望在升腾着，让他热血沸腾，仿佛展开双臂就可以拥有全世界。然后看了看自己的钱，一腔热血一下就凉了下来。贫穷使我理智。而最终魏馆主发现自己居然连居住在有熊部时候花费的钱都没有了。他自己倒是没什么，但是总不能让这个状态的县和自己一起露宿街头吧。主九因会拎着他暴揍一顿的，总觉得他们两个与其说是半身，倒不如说是兄妹更类似。搞钱吗？魏渊捏了捏最后剩下的一些货物，视线看向旁边售卖的果子，若有所思。因为轩辕丘即将举办人皇的更迭，所以这里现在相当的热闹，人来人往，不同的部族甚至于有神族妖族在这里游览。魏渊捏了捏顿悟，这完全就是一个适合摆摊卖小吃的地方啊。魏渊用剩下的货物换取了一个摆摊位的地方，然后摆了一个摊位，开始直接卖点心和快炒，只能说感谢当年的十一比斗，让魏渊明白了小吃摊位要怎么做。哼哼，一帮子上古人来领悟一下后世炎黄吃货们的经验值吧。很快这摊位前面就排满了人，魏渊忙得热火朝天，心情愉快。其实如果不是轩辕丘附近的妖兽完全被铲除，魏渊都想要外出捕猎，不过摆摊做饭这样的老本行做起来也是顺手的很。背后的少女现安静坐在石头上，他能够听到周围许多的声音。诶，快点，那边有个涂山布的居然在摆摊位。嗯，是灵材吗？不不不，只是个厨子样的摊位。哦，哈哈哈，看来是涂山布的厨子啊，没什么本事咯。也是，强者都是在猎杀凶兽，怎么会屈尊来摆摊？现敛了敛眸，伸出手拉了拉魏渊的袖口。是买我这一身衣服花费太多钱了吗？我们退掉吧。退？退什么退？白发道人回头笑道，你不是很喜欢吗？现整理着其实还不熟悉的人族语言。可是要你这样强者去做这样的事。无妨，你喜欢这东西那就是有价值的。我倒是也习惯这些事情。白发道人转过身继续招呼着客人。看着能剑气恢宏，雷法除妖诸神级别的强者背影，年少龙女张了张口，默默收回了手。把玩着铃铛，一日的辛劳终究是有其价值的，上古时代的餐饮业绝对的暴利，无人竞争。小区门口炒面大爷的水平就足以爆杀四方。魏馆主在最后的时候带着龙女陷住进了一间石头屋子，看着外面星辰流转，时不时的
有着恢宏的元气化作红光流转不息，灿烂夺目，却又都隐隐然围绕着那边的天柱不周山。这是唯独上古才有的气象，阻止这个碎片世界里的天崩，要不然就是把水神共工给敲晕了，但是现在不大好下手。另一方面，魏渊是在做饭的时候想到的，只需要提醒一下老不周，你不要看热闹，或者至少你看热闹的时候把神话概念开了，这不就得了？不周山的神话概念一开，现在这个时代板上钉钉的前三。现在的水正共工，至少人族之躯并非是十大巅峰，也有可能是他本体是十大巅峰，也有可能他是在最终暴走的时候顿悟到了水流叙事的奥妙，踏出这一步。但是不管什么情况，这家伙一头撞在老不周神话概念上，只会把自己撞晕。上古排名第一的乐子人就会变成水神共工，撞别人把自己的脖子撞崴泥了。先去提醒老不周，然后回来的时候再去和水神共工亲切交谈一波。魏馆主打算外出，先拉住他的袖袍道，你要去哪里？外出一趟，很快回来，你先休息，放心，人族这里很安全，我会留下防御阵法。魏渊并指点出在此地留下了自己的气息，而后才离开。他的修为本就足够称得上一句绝顶，似乎是魂天气息的包裹，即便是在这小世界当中也不受限制，不受影响，能够尽情发挥出自身的力量，甚至于还带有遮掩气息的能力。魏渊想了想，之前已经暴露自己是涂山氏，若是之后搞出来什么事情牵连了这个小世界里的涂山就不好了，得要改变一下气息。反手自袖里乾坤当中取出了一枚烙印，那是代表着原始的符印，在构筑36天体系的时候，以忽地炼甲还真创造出了的面具，根本没有谁见到过。这个马甲的身份非常的清白，魏渊反手将这面具覆盖在自己的脸上，气机陡然发生了变化，而后魂天信间的气息加入，让这气息多出了幽深莫测之感，难以看破，旋即直奔天柱所在而去。不周山正在神游六虚，忽然感觉到了心血来潮，收敛神魂，苍茫浑厚的声音落下，何妨神灵来此天柱地界。与此同时，一道不周山宫体的掌力似慢时快，霸道无比的打出，打向那不速之客，却见袖袍一照，天下独步的不周山之力居然被直接收住，不曾显露丝毫的异状。不周山神威皱眉，抬眸看去，却见到一丛不曾见到过的身影，青衫化作了白色道袍，内里为黑，袖袍之上装饰已犹如天地的金纹，墨色木簪，白发垂落，步步踏虚空，高歌朗玉虚，正是元始。你是谁？贫道不过是一方外炼气势，来此为告知道友一事。何事？不周山凝眉询问。周围尚且还有其余的诸多山神，有着一道道散发出强大气息的存在，簇拥着天之支柱，十大巅峰。白发道人语不惊人死不休，语气平淡。我观道友近日，恐有血光之灾。第0834章，因果难言。我观道友近日，恐有血光之灾。波涛汹涌的北海海域，盘坐于蒲团上的高大老者端着茶，看着这水域，突然就没来由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而后连连摇头感慨。旁边正在素手煮茶的朝阳讶异抬眸，笑着道，老爷子怎么突然就这么感慨了？难道您老也打算试试看那所谓的天机卜算，定人祸福的手段吗？作为女娲十人之一，朝阳当然知道天机的来源是谁，这句话里面肯定有着阴阳怪气的成分，当然是针对某蛇渣。奉行阿娃创造的直接分身也是阿娃的一部分，所以女娲十人也是她妹妹的伏羲扎蛇，曾经给朝阳留下了非常非常不想要回忆起来的记忆。老不周嘴角抽了抽，感觉到天庭符箓体系的最高层，那一双几乎瞪出血丝来的眼睛，很想要一巴掌扇过去。魏渊那小子走之前把天庭符箓体系给说了一遍，说是为了防止天机手段，得要伏羲盯着。
但是为了防止那蛇渣搞事情，防止这家伙偷渡，就得老不周在这坐着，敢冒头就一巴掌给他扇回去。那小子总是会找到什么新鲜的麻烦事儿啊。不过打伏羲这件事情，老夫在行也乐意。老不周心中吐槽，端着对于白衣少女来说足够当大碗的茶杯，叹息道，不，倒也不是感慨，只是突然想起来了一桩过去的事情。老者道，在当年那件事情发生之前的七天，似乎有个家伙和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当时一笑置之，此刻想起来，他恐怕是在提醒我即将发生的那一件影响了整个三界八荒的大事吧。大事？朝阳眨了眨眼，难不成是指的当年？他指了指天空。不周山头疼道，哎呀，你小丫头也不要顾及老夫的面子了，就是当年那件事情。性格最为活泼外向的朝阳笑盈盈道，那您老怎么做的？是不是当场就给了他一巴掌？呵，那是自然。老不周抬了抬头，而后道，只是此人跟脚来历莫测，自带一股幽深混沌之气，若不真的动手，完全看不出身份。而那个时候人族的大事要开始，我总不能不给人皇面子，所以不可能用权力。老夫当时第一时间还以为是否是认错了人，几乎以为是老友混沌复苏出手一招，竟也被他轻描淡写的接下。若非是对我不周公体了解足够，便是本身的底蕴跟脚强大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可能做到如此的举重若轻，恐怕也是上古年间一尊隐居的存在吧。只可惜其来历飘渺无踪，老夫甚至不知其究竟来自于何处。朝阳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下意识道，是伏羲吗？不可能。不周山肯定地摇头，他和伏羲的行为作风截然不同。而且叮嘱我，下次和伏羲约定交手的时候，大力点，别打死了就行。而之后没两天，伏羲那死渣蛇果然和我赌约，不要轻易开神。嗯。老不周正要端着茶说着当年那些不知为何几乎要被遗忘的事情，四海气运突然发生了巨大到波涛汹涌的突变，其中东海和西海尤其剧烈无比。老不周神色突然凝重，这是齐天大圣？真的是齐天大圣啊？卧槽，真的是真的呀。戴修能的手指都在哆嗦着，手上的手机疯狂连拍模式开启，我左拍右拍，我上拍下拍，各种姿势十连拍。旁边的海王外貌队友疑惑不解道，老大，你知道这位齐天大圣的来历吗？那是当然。戴修能干脆利落地回答，本来想要给队友解释解释这位大圣爷的故事，但是这事到临头，一个个情绪蜂拥着浮现出来，反倒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口比较好了，最后只是道，总之只要大圣爷来了，事情就完全没问题了。但是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好？戴修能扶了扶墨镜，突然顿悟，然后刷一下掏出了在人间买来的大音响，让那个出身于擅长符箓类法术的队友直接布下了扩音阵。打开手机，选择音乐软件，点开大圣歌金属摇滚版本，外放，连接蓝牙耳机，走你。一瞬间，桀骜不驯的音乐声轰然炸开，在巨大阵法的传输下，直接大功率的在这一片海域上涌动起来，伴随着长啸声音，金色长棍不断劈斩砸落，那猴王双手持棍，只是一下就将这东海劈出来了长达数百里的裂隙。轰然雷鸣，齐天之威今日在此响彻。而在这个时候，同样在西海之地，原本的气运之争，西海本来应该是和东海一样波涛汹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但是在争斗得到了白热化的时候，却有一道身影直接踏入了战场之中，轻而易举地撕裂了战场。其中一位乃是深海龙经数千年得道，修出神灵境界，气力无双，其妖力流转，生生不息，手中一柄巨大无比的冰刃反手砸落，可还没击中目标，就只觉得眼前一黑，直接倒下去。昏迷之前，看到一个穿着披风的身影迈步走来，一只手按着斗笠，
平静的前行，但是那一股浩瀚的气焰就已经恢宏且霸道地溢散出去。堂皇正大。在所有水族的神灵们事后回忆，他们本来全力以赴，却只是感觉身子一软，直接倒下去，仿佛是某种血脉当中的东西压制的他们直接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整个西海海域直接陷入了无风无浪的死寂。这是即便西海之地入收都不曾有的威严，不曾有的浩瀚磅礴。西海天道的气运仿佛是顺从的宠物般被收入手中，哪怕是最强的西海战神都只隐隐约约看到一道身影直接前往北海，而后就陷入昏迷。老不周抬眸，眼底氤氲着雷霆般的霸道气息，端着的茶缓缓放下。朝阳若有所思，缓缓转过头，看到在西海的方向，一道身影似缓时快递抵达了这里，能够看到其行来的方向上，西海的天空下压，而水位上升，呈现出一种虽然未曾爆发，却恐怖的大势，而这样的大势就如此从容前行，更显雍容平淡。天庭的气息涌动，伏羲的力量却没有阻拦这身影的抵达。吧嗒，那身躯解下来了斗笠，露出了俊美柔和的面容，长发尾端微微泛着水波般的蓝色，眼瞳明镜幽深，身材高大，两米出头，却只显得匀称有力，穿着一身墨色的劲装，长发细作马尾。共工冕下。朝阳下意识起身，下意识微微躬身。白衣少女抬眸看向来者，那拥有水神之名的强者坐下来，显露出了人身蛇尾的姿态，沉默了下，道：许久不见了呀。蛙皇姐，上古诸多先天神圣当中，唯独三者是人身蛇尾。面对着这曾经一头把自己撞晕过去的后辈，也似乎是一手缔造出了后世诸多劫难的罪魁祸首，不周山神却没有抱起一招碎天灵，直接一巴掌按在共工的头顶，神色气息沉凝。共工平淡道：我和人间界做了一次合约，那叫做诸葛武侯的小子算是有几分胆识，是专需会喜欢的性格，故而这一次我只是来履行约定之一的。西海之力我已经取走，但是西海天道气运与本。青年下意识想要说本座，看向那边的白衣少女，收敛了傲气，缓声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性，用来做个顺水人情倒也算是不错。他伸出手，西海气运的汇聚化作了一枚令牌，而后似乎是因为被共工捏在一起的远古短暂诞生出了灵智，生灵求生自然是逃跑，但是才抬起头来，这初步诞生的天道意志就神色僵硬，往前面看看，不周山老伯垂下眸子，往右边看看，水神共工神色漠然，往左边看看，温柔的白衣少女，但是气息恢宏。天道雏形在这一刻突然顿悟了河图洛书的悲怆。共工道：魏渊在何处？白衣少女道：应当是去九幽取当初那一块天之碎片了。共工脸眸道：我记得那一块碎片里封存了当初世界的倒影，里面有各种变化的灾劫，天崩地裂，溺水，轰雷，流风，需要踏破这些天崩时候的混乱灵气，才有可能抵达本源，撬动天之碎片的清气。不过以他的实力应当无碍。共工难得评价了一次，而后气氛尴尬下来，话题就僵硬住。刚刚共工来之前，那种祥和的气氛一下就凝固掉了。某种程度上，当初的罪魁祸首共工沉默了下，主动开口引导话题，之前在说什么？老不周缓声道，提起一个老夫曾经遇到过的奇人，身穿白衣，木簪，气息悠远苍茫，自称是一练气士。水神共工皱眉，他。朝阳讶异道：您的意思是你也见过他？水神共工颔首斟酌了下言辞道：他曾经在当年我和专需竞争前七日的夜晚出现于我下榻之处，收敛气息，似乎打算暗中对我下手，给我一种他似乎打算直接把我做了的本能预感。当时水神共工陷入了回忆。第0835章水神共工之宏愿。嗨嗨，
没想到老伯年轻时候的脾气还挺暴躁的。某白发道人捂着胸口，已经远离了不周山的戒狱。刚刚他对着那位老伯气定神闲地说出你有血光之灾的时候，本来打算开篇一鸣惊人，然后再好好讲述。说实话，这已经是他努力卜算之后得到的成功率最高的结果，而收获到的是上古不周山神的大逼兜一个，然后乘以10086。要不是魏馆主本身的不周山功体在和魂天后土论道的时候至少是初窥门径到登堂入室这个级别，并且走出了自己的风格，从老不周的专长于血条上线变成了称天主地，然后直接拿着天砸人这种攻击特化型，对于老不周的攻击有极大的了解程度，怕不是当场就被把马甲都拍掉了。也就是靠着袖里乾坤外加翻天逆用，才硬生生接下来几招，这也差一点吐血。劝说失败只好离开，但是魏渊突然想到了老不周山和伏羲的赌约，想到了那个应接多少招然后就不用神话概念的约定，还是提醒了一句说见到伏羲就把那家伙打到半身不遂。接接个屁，直接打昏。白发道人擦了擦嘴角的鲜血，胸腹阵痛，真的差一点连昨天晚上的饭都吐出来。不周山的大逼兜果然是上古第一大杀器，不愧是灵宝天尊没有灵宝。魏渊突然被自己逗笑了一下，呼出一口气，觉得胸口那种被冲击的疼痛稍微缓解了些，而且正在不断被缓解。不周山的回血能力慢是慢了点，但是基本是恒定的，哪怕昏死了都在回血。没法子了，不周山这边戒心太重，这已经是魏渊经过多次卜算后最有可能成功的方式了。哎呀，早知道就问问老不周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过去的他老老实实不要看热闹，老老实实的开神话概念。不周山身穿灰色内搭外罩白袍，以彰显天地，灰白色的长发束好，大半则是垂落在腰部这个高度，面容方正，一双白眉扬起，隐隐有些许的把握不住，而周围的其余诸神更是震动不已，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居然有谁能够如此轻描淡写接下不周山攻势，将那霸道无比的不周山力兜入袖袍飘然而退的存在。什么时候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恐怖修者？正在这个时候，老不周耳畔传来了声音，听到了那离去之人的告诫，要他对伏羲下手狠一点，留一条命。不周山神冷笑几声，看来是和伏羲有关联之人，再一算天机，果然如此。虽然其周身笼罩有磅礴的混沌气机，看不真切，连诸多命格都不加于身，可还是能看得出和伏羲的关系。莫不是前来挑衅？留一条命？可笑可笑，本座偏不如你的愿，早看那条蛇不顺眼了。打，往死里打，还说什么不能看热闹，本座倒是要看看究竟那一天会发生什么大事情，居然连你这样的隐修之辈都被惊动，看来那定然是天下，不，甚至于千古以来最大的变故之一了，如此大事岂能错过，自要旁观，待我好好看看到底是谁出事了。魏渊的伤势在抵达了人族之地的时候已经恢复了不少，似乎是因为魂天气息的残留让他周身被笼罩，不受这个小世界的干扰，却能汲取磅礴的灵气。魏渊也只能够说天之碎片果然玄妙万分，是连主九阴都要镇压于九幽之下的至宝，代表着上古残留的力量，居然连不周山支撑天地万物规则有序时代的灵气浓度和纯粹都模拟出来。又因为魂天之念和不周功体的缘故，魏渊感觉自身的功体在这个不周山支撑天地的时代里得到了极大的加持，大概就是这边的灵气状态都是被修整过的，完全是不周山功体喜欢的模样。魏渊测试过力量速度这些本身的能力没有变化，但是搅动灵气的能力恢复力都基于自身功体和不周山神功体的差距得到了相当程度的 buff 增幅，大概可以认为是按照老不周的功体水平四维属性同比例加持。
不过，这个时代，本来只有不周山神一个不周山公体，所以这样的好处也就只有魏渊自己能够感知到，对于其余修者神灵来说，只是灵气有序，环境什么的都很好而已，说不出其他的不同。魏渊捏了一个屏息敛气之术，踏入了人族的轩辕丘。想了想，没有去此刻的住处，而是找到了水神共工的住处。既然老不周山不听话，那没法子，只好解决这个小世界里的问题核心。在共工把老不周撞了之前，提前把共工给撞了。共工，你不要怪我。反正这也是小世界，对于真实没有什么影响。撞人者，人横撞击之。上吧，魏渊。这是为了正道。是为了老不周报仇。魏渊五指握合，刚刚下定了决心，走到了门口，气息收敛，突然听得了脚步声，哗啦一声，门突然被拉开，身材高大匀称的青年水神打算出来散散心，却神色一变，抬眸看去，瞳孔收缩。看到天地幽深，月色高悬，一名白袍道人无声无息站在门外。右手背负身后，墨色发簪，白发垂落。幽深极玄，深不可测，仿佛亘古长存，让周围空间变得隐隐扭曲，色彩对比，空间、前后，乃至于岁月都有一刹那的剧烈对比。一股说不出的杀机让此刻的水正共供给被汗毛炸开，让他的瞳孔微微收缩，右手垂落，缠绕四海之水，而那白发道人平静注视着他，那股煞气仿佛只是共工自己的错觉。道人微微拱手，嗓音平淡，见过道友。共工看着那看不清面容，只觉得气息幽深玄极的白发道人，突然笑道，尊下突然来访，想来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某说，若有兴趣的话，不如入内一叙。问，当你准备对某个家伙出手的时候，那家伙正好开门和你正好撞上，这件尴尬事情该怎么破？还有，共工这家伙就这么把我邀请进来了。这一点的性格上，倒是和外面那个共工没有什么区别。魏渊端起酒喝了口，前面盘坐的共工挥手，让属下将一盘盘的美食松了上来，噙着微笑道，虽然是有些凉了，但是这些食物是有熊部今日一位奇人所制，滋味鲜美，不可不尝，请。魏渊低下头。看到正是自己摆摊卖的那些烤肉、炒菜。嗯，请问，我暗杀的对象，请我吃我在白天摆摊卖的菜，这件事情该怎么办？白发道人浅尝辄止，微微颔首，道，不错。共工放声大笑，哈哈哈，看来阁下的口味刁钻，也曾经尝过诸多美食，对于某来说，这可是难得的美味，似乎还没能满足尊下的胃口啊，哈哈哈。不知何时可以让本座也尝尝。魏渊想到之前在外面曾经也和共工共饮同食，道，会有的。共工洒脱大笑，那么我就好好等着了。不知道阁下深夜来访是有什么问题？魏渊端茶沉思了女娇会怎么做，复盘了阿亮的诸多战略方式。此刻涂山氏九尾狐和他同在，此刻人间顶尖的谋士战在他的身旁，他不是一个人。最后沉默，还是选择单刀直入，语气平淡道，只是好奇，堂堂水神为何会来竞争人皇之位？屋子里的氛围一瞬间凝滞下来，沉默了好几秒钟。共工的笑容微正，似乎有不可思议，而屋子里其余的侍者战士都下意识起身握住兵器，这气氛的凝重程度到了魏渊都微有些惊讶，而后突然意识到了一点问题，自己知道和专需竞争的人是水神共工，这是因为后世传说和神话，是因为记载直接把真身写出来了。可是，当时的人大概率完全不知道这一点。要知道的话，也不可能让共工来参选人皇。啊，这是不可以说的吗？卧槽，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啊。信息差。白发道人嘴角抽了抽，很想要直接穿越回过去，把自己的嘴给堵上，而水神共工面色的变化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摆手让警惕的战士把刀收起来，放声大笑道，果然是卧虎藏龙，难怪深夜来访。看来阁下是觉得并非人族，
则不可以作为领袖。那么在下询问，若是蛙皇，若是伏羲来帮，你们是否还是会拒绝呢？我想大概率是不会的，对吗？因为人族也将这两位视作是自身的来源之一。可是蛙皇、伏羲也是神灵。那么这位阁下，我倒是想要问一问了，区分可以帮助人族的是什么？是否是出身于人族便绝对可信，但是人族之中也不乏叛徒逆贼，是否并非人族就绝不可信？但是封后乃是伏羲血裔，亦是半人半神之躯。水神共工，神色飞扬而自信，语气从容。白发道人并不回答。而共工抬手道，人皇之力，体合天地，已经算是神灵之威。出生为人，而后踏足神域，他们是人还是神？在下以神之真灵转世为人，封印记忆长大，于去岁方才解开了记忆，那么我也有人族的记忆出身，也有神灵的过去，又该被认定为什么？道人沉吟道，当由心定。水神威正放声大笑道，好一句由心定，阁下来此应该是比较赞同专需的方法，觉得人族要自己去掌握自己的道路，不应该依靠着其他的力量。但是阁下可曾见过外面俊美但是五官柔和的青年？起身端着酒盏道，大鹏金翅可以洞穿苍穹，可是羽翼未丰的猛禽不过只是寻常野兽的食物。你可曾经见到过四下的部族战乱，每日在和妖族和凶兽交锋的时候会有多少的死亡？而当能够战斗狩猎，得到猎物收获的战士死去之后，他的家人又会是多么的脆弱？你难道要让十岁的孩子踏上战场，还是要断腿的伤员挣扎向前？本座自然认可专需那家伙的幻梦，但是梦想太高却没有根基，只是一场悲剧。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却要妄图独立于三界八荒，他可曾经想过从现在开始要完成那样宏大的理想需要埋下多少的尸骸？理想宏大，那么眼下黎民生灵就不够沉重吗？魏渊本欲回答，却突然威正，突然就仿佛回到了过去，回到当年在那三国的末年，那个质问大儒明明有百姓饿死却还要修建石碑刻录文献的少年道人。难道说这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难道说这些死去的人就不配活着吗？人看到了遥远的未来，而神却看到了死去的生命，所以驻足于现在吗？道人突然感觉自己能够明白此刻共工的目标。外面突然传来了嘈杂的声音，道人抬眸的时候，门已经被撞开了，好几个孩子冲进来，有护卫苦笑着拱手道，水正大人，这些孩子似乎做噩梦了，想要见您。还没落下，这些做噩梦的孩子已经飞扑到那边。共工大人，好可怕啊。哈哈哈，有什么可怕的？小事，今日若不想要回去就在这里睡下。水神共工并不在意，大笑着把一个孩子抱起来，而外面一位高大的少年憨厚地挠了挠头。魏渊注意到对方的身高足有三米，但是面容稚嫩，似乎只有七八岁。防风氏，最后的忠诚于共工的巨人血脉，其族长数百年后被禹王所斩。被这些孩子抱住的共工抬眸看向前面的白发道人，双眸灿若晨星，笑容灿烂，这便是本座的意义所在，专需驻足于遥远的未来，但是本座不认可每一个生命都有存续的价值。你既知道本座的真身，应该知道世上本来没有什么共工不足。水神共工嘴角勾了勾，语气温和而笃定，共工不足便是我这些年收养的这些战死者的孩子，他们就是共工之不足。哎，这个大哥哥是共工大人的客人吗？啊，我饿了。喂，这个是给客人的，阿凤你不要偷吃。哎，客人大哥哥，我可以吃肉吗？嘈嘈杂杂的声音，战争的遗孤脸上却没有悲伤的神色，围绕在那位高大的神灵身边。白发道人从袖口里掏出糖果递过去，被非常认真地道谢，只是道人的眼中不可遏制地浮现出了悲怆，脑海中有文字记录浮现，共工率百足为祸。
猪，神怒，发狂，兴水为灾，淹覆天下。这是禹王诞生之前的历史，白发道人明明身处于这个喧嚣的环境里，却莫名感觉到了一种剥离感的萧瑟，命运已然定下，过去无法更改，时间却又代表着什么？百代为过客，千秋一杯红。共工抬眸，看到那道人坐在那里，白发垂落，任由孩子们好奇把玩。似乎坐在这里，却又似乎不在此地。这样的错觉只是刹那之间。片刻后，道人告辞，仍旧有着朝气的神灵带着魏渊走出。本座其实明白颛顼和阁下的担忧，但是却也不能操之过急。看到那楼宇了吗？他指了指一座高大的建筑，平静道，现在距离人族足以自立，不需要付出惨烈牺牲的时代还有一段时间，本座认可颛顼渴望的未来，但是唯独这一段时代应当由本座亲自背负，那些弱小者的生命不比你人族尊严稍轻半分，彼时我自当放手人间。孩子长大便也要有自己的道路啊。当然这样的话是不是太过于嚣张了，哈哈哈，只是不知道道友你相信吗？水神，亦或者说炎黄水正共工笑着看向旁边的道人，白发道人敛了敛眸，看着那边的门后面藏着的一堆小脑袋，看到他们因为被发现了急急忙忙地回去，传来一阵欢笑的声音，白发道人脑海中回忆冰冷无情的文献记录，带着复杂和一丝难言的悲怆，微笑着颔首，嗯，贫道相信。然而命运无常，总是将所有人的未来放在了刀剑相向的战场。第0836章，何所谓渊，何所谓缘。明月在天，夜色宁静而神秘，魏渊辞别共工。回过头的时候，看到了共工在和他收养的那些人族孩子们闲谈，此刻的道人完全无法想象，这个志存高远、气焰如虹的人族水正，究竟为何在数百年后，悍然决绝地和人族诀别。有问题？魏渊揉了揉眉心。在自己第一世所知道的历史，应该并不真实、不详细，也是，那个时候也就是一个寻常的凡人。一个陶匠，哪怕是被女娇加入了涂山的族谱里面，但是本身基本没有什么修为在的，那些上古涉及诸神的隐秘自己也无从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哪怕是在魏渊所知道的历史里，也只是提及了共工和人族的决裂，以及魏渊此刻心中不可遏制地浮现出一种疑惑不解。此刻的共工冷静而富有判断力，身边也汇聚了大量的支持者，这样的性格会只是单纯因为未曾得到轩辕帝的认可便愤怒发狂到抛下了自己的追溯者，一头撞击在了天柱之上，令天柱崩殂，天地翻覆吗？这上古时代还真的是问题重重。原本以为直接从当事人双方下手就好，但是此刻的不周山老伯身边少说围绕了上百尊的上古山神，毫无疑问的一方势力之主，性格比起魏渊认识的老伯可能本质没有区别，但是表现的强势很多。水神共工也并非是高傲傲慢到毫无理智，反手一棍子敲翻了事的货色。魏渊坐在轩辕丘的青石上，看着远处的星辰闪烁，思绪翻飞，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白袍都沾染尘露，魏渊伸出手拍了拍脸颊，打算回去石屋里面，时候不早了，距离最后一日还有六天。六天之内得想办法找到翻盘的法子。可恶，如果不是煮酒因把线弄得失去记忆了，也不至于如此被动，什么都不清楚，必须什么事情都去了解一下。道人叹气，恨不得去和老不周山联手，把伏羲揍得鼻青脸肿。我要拎着你的尾巴把你抡圆了，砸在地上一百遍啊，一百遍。魏渊拍了拍衣服站起来，隐隐约约听到了风中传来的争吵声，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魏渊没有在意那边的事情，收敛了自己的好奇心，迈步于这小世界的人族轩辕丘。可是刚刚走到了石屋那边，突然听到了一声剧烈无比仿佛怒吼的声音，道人猛地转头，而后便有灼热无比的烈焰劲气扑面而来，让他的鬓发都隐隐被灼烧出扭曲，
让他的眼前一阵红亮，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这是好强的火属元气。魏渊凌空而起，看到人族南方驻地的地方，一道烈焰光柱冲天而起，几乎将整个南方天穹都给照亮，而后耳畔传来了声音，道：哼，祝融这个蠢货还是如此优柔寡断。是共工的声音。而下一刻，这个语气傲慢不屑的水神抬手，空气中的水源之力汇聚，直接将整个人族腹地边缘保护起来。冲天而起的烈焰巨柱，隐隐约约有无数的丝线正在盘旋，再仔细一看，那丝线是一条条通体赤色的火龙，只是因为距离太远，所以远远看去仿佛密密麻麻的丝线。此刻这些火龙盘旋汇聚，并非攻击，而是尝试将这火焰巨柱封锁起来。魏渊略作沉吟，隐隐感觉这其中还有隐情，想到这反正也只是小世界，想要勘破这小世界的谜题，这远古之谜，在失去指引者的情况下，也只好自己尽可能多探索些了。再加上自己和祝融也算是有过一场善缘，当即化作遁光，直朝着那边而去。靠近才发现，祝融似乎将驻地远离了轩辕丘，靠近了才发现，这火焰巨柱的大小远远超过魏渊的预料，就连那数百条乃至于上千条火龙，都只能算是捆缚在这巨柱上的绳索。灼热的温度，若非是被人道气运、水神之力压制，以及祝融的强行控制，恐怕会彻底爆发。这威力将方圆千里烧作焦土都没有丝毫的问题。千里焦土，人形天灾。魏渊瞳孔收缩，看到这火焰巨柱的核心竟然是一个不过五六岁的孩童，浑身散发出暴虐的力量，身着红衣的火神祝融本来刻意轻易压制，却又有种束手无策下不了手的感觉。哼，优柔寡断，再这样下去他只会耗尽潜力燃烧寿命，往后再也难成大器，若是我的话还不如当场杀了他。隐隐傲慢的声音却又堂皇正大，碧色的水波荡开，魏渊抬眸看到水神共工出现在一侧，周围的温度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人族腹地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嗯，表面上冷嘲热讽，高傲不屑，但是实际上还是出手援助了。不过魏渊突然想到了之前所知的上古隐秘，火神祝融曾经和一位人族女子相恋，最终生下来了孩子，名为太子长琴，半人半神，却因为早产，力量未曾容纳完全，对生母的身体造成巨大影响，寿数大减，就连不死花不死药都没有效果。而最终这似乎和共工击破不周山一起化作了祝融的心魔，导致其之后不断的尝试涉及新的全能范围，想要借此突破，终究是中了开明仔的后手，陷入沉睡当中。这是长琴。共工皱眉道：祝融的儿子先天体魄不稳，看来是又爆发了，你要帮忙？自然。魏渊颔首，一时也没有多想，袖袍一扫，袖里乾坤回风反火两门神通随心而动，那巨大无比焚天灭地的金红色火柱登时崩碎出一个裂隙，火神祝融也早已经看到了来者，知道是来帮忙的，未曾阻拦。长琴此刻宫体暴动，阁下小心了。无妨。魏渊出现在炎热无比的火柱当中，外界有水神火神两尊大神在，这一股暴虐的火焰之力被压制得很惨，魏渊自身通晓道门的手段，一眼看出此刻长琴的状态是本身火焰宫体正在焚烧人族的血脉，须得要阴阳流转取得一个平衡。魏渊长声道：共工免下，还请帮忙压制此地的烈焰之气，火正免下，有劳尝试分走长琴的天火宫体。他将自己的要求简短说出，水神火神同时出手，巨大的金红色火柱从中间裂开，如同一道道花瓣撕裂，化作了一条条狰狞恐怖的火龙。这些全部都是长琴自身的潜力，某种程度上不愧是代表着寂灭的祝融唯一的孩子，是绝对有资格进入山海界，某某一出千里焦土的灾祸凶神的资质。
在周围气机被两位神灵压制到均衡状态的时候，白发道人吐出一口气，双眸微敛，右手食指中指并起，以剑诀之势猛地刺出，狱中四大之道流转不息，火神祝融在外，眼底担忧，旁边的水神共工神色平淡，天空中如同有一道苍茫剑气扫过。那巨大的金红色巨柱同时从上下两层分散，溢散在空中，逐渐收敛消失。一条条火龙本来要飞走，这是散功之象，却被那道人反手拉扯回来，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彻底没入了那孩子身体当中，如此数十个呼吸之后方才毫无异状。祝融担心地迎上前去，看到身穿白色道袍的道人抱着孩子缓步走出。先前浑身赤红，爆发出狰狞烈焰之气的孩子已经恢复平静，似乎是因为被强行稳定了阴阳二气，那种先前生来便有的暴虐攻击性都逐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安然平静和那种温柔清明的感觉。祝融心中一口气松了下来，拱手深深一礼，被一惊的魏渊伸手阻止住，火正冕下不必如此大礼，也是贫道和这孩子有缘。祝融心绪波动，似难以自抑，道，这孩子的身体亦是在下多年夙愿，如今才算是有所恢复。对了，阁下是否精通岐黄之术？魏渊微微颔首。祝融其实和颛顼是朋友，两个人不断斗琴，醉骨因由发烧友，最后逼得温柔的少昊直接把颛顼的琴当着面扔到悬崖下头，这事情还被记录于了山海经里，是所谓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如弟颛顼于此，弃其琴瑟。祝融也是在颛顼来中原的时候随着其一同来的，算算的话，长琴的母亲应该还在世，没有问题。今日天色太晚了，明日在下会早些前来拜访。火神祝融神色悲喜交加，当真多谢。看了看怀中的孩子，年少稚嫩，面容已经看得出安静俊美，和他母亲的气质更像。那一条条鳞甲晶莹金红的巨大火龙异象，被这道人生生封入神魂当中，不至于暴走，眉心便也多出一道火焰般的烙印，看去越发俊美。祝融思来想去，道，不如阁下做我这孩儿的义父。义父还是算了，我可不想要应下这个因果。白发道人摇头，却又想起来，这只是小世界，哪里有什么因果呢？而且长琴之后曾转世，就是龙虎山的小道士阿玄，道人接过了那只嫩的孩子，伸手抚摸着长琴的眉心，那一道火焰纹路是他以狱中四大之道封印火神底蕴所成，但是这只是小世界，看起来在真正的过去是火神和水神联手做到的。白发道人看着火神祝融似乎一定要报答的模样，索性抱着稚嫩的长琴洒脱笑道，不如这样，他日若是有缘的话入我门来如何，反正是小世界，不担因果，就是这么自信。孩童伸出手抓住他的手指，白发道人微微低下头，鬓角白发垂落，眉宇温柔，噙着笑意，轻声在那半睡半醒的孩子耳畔玩笑低语，贫道原始，可恶，要记错了呀。第083期章上古隐秘。龙虎山，四羽姑娘，你准备了这么多吃的呀，这能带走吗？眉心火焰痕迹的少年道人看着凤四羽，一边哼着歌，一边愉快地把好多好多的美食都搜罗起来，然后都塞进了袖口里面。金红色的袖口其实也不大，但是偏偏能够塞得进去如此多的小零嘴。少女马尾一晃一晃的道，魏馆主说了要带我们去南海啊。哼哼，我可要给那里的祭司们看看我在人间可拿到了这么多。这么多，带好吃的当然要多带点啦。而且魏馆主说的没错，袖里乾坤真的是最好用的神通了。阿玄看着凤四羽一件件的把东西放进去，很想要提醒一下少女，袖里乾坤是唯独魏馆主这样修行到极致的手段，几乎升格为天罡级别的无量大神通，袖袍里直接容纳一个世界，而寻常的手段应该是叫做72地煞神通的胡天。
但是看着少女兴致昂扬的模样，却也把话咽了回去。毕竟道门无数神通，这位小姑娘只有对胡天充满了热情，在短时间内就学会，并且精通到了整个道门都含有敌手的级别。或许就如同师兄说的那句话，这是饥饿的力量。阿玄噙着温和微笑，反倒是蹲下来帮着少女收拾着美食。凤四雨嘴里咬着一根棒棒糖，嘟囔着道，你不是不乐意我收拾这么多吗？小道士挠了挠头道，我是会劝说一下啦，四雨姑娘你喜欢的话我还是会帮你的。哎呀，小道士你可真乖。凤四雨伸出手揉了揉阿玄的头发，最后摸了摸那个温热的火焰烙印道，跟你那师兄可不一样啊。嗯嗯，说起来你不是说你是小时候被你师兄救回来的吗？那时候你就拜师了啊？这没有。阿玄摇了摇头道，师兄的师父为了帮助师兄斩去死劫，寿数大减，在师兄回山之前就已经去世了，道门元气大伤，那时候不轻收人入门，当时的我为何会成为道门弟子似乎记不大清了，只是师兄说。他把一包点心收拾好道，我昏迷醒来忘了很多事情，但是在三清殿里却指着最中间的元始天尊说是要拜他为师，所以当时的龙虎山便觉得我有道门元法，既然找不到亲人便留在了道门当中，索性给了个不低的辈分。嗯，大概就是这样。或许我真的和道门有缘分呢。小道士拍了拍手站起来看着外面的天空道，神代男孩啊，不知道怎么的总觉得有些熟悉的感觉。艳阳天那个风光好，红的花是绿的草。我乐乐呵呵往前跑啊，往前跑。白发道人嘴里哼着不成曲调的音乐，愉快的前行。辞别水神共工、火神祝融，魏渊在远离轩辕丘的地方把原始之印分离面具也拿了下来，而后把自己的天机线直接强行掰断，虽然说有魂天气息的遮掩，但是还是要小心谨慎些的比较好。然后摘了些果子，沿途找到了不少类似于山楂的果实，又打了些猎物找到了蜂蜜，似乎是亲缘鸟的祖先被魏渊一个脑瓜崩弹出去三五里地，然后魏馆主无情冷酷地强行把亲缘的老窝蜂蜜都带走了。古有所谓背井离乡全乡可死，今日由我拖家带口直接把家带走，而后装作外出连夜加班的努力打工人模样，回到了轩辕丘的时候得到了看门护卫们的一致赞赏，说是难得涂山氏居然如此勤奋，没有摸鱼云云。魏渊回去的时候又听到了些许的争吵声音，本来是不予理会的，可是偏偏能听得清楚，其中有一个声音比较耳熟。我不想惹麻烦。魏渊本来都要进门了，可是听着那熟悉的声音还是揉了揉眉心，叹了口气，不想惹麻烦这句话简直就跟 flag 一样离谱，说不想惹麻烦就一定撞到麻烦，要回来结婚的一般都回不来。想了想还是收敛气息，以涂山部的身份凑过去看热闹。事情发生的地方是在雷祖部，似乎是因为天色还早，这一带的区域基本没有什么人，远远一看却见到了之前在雷祖部那个同意他们退货的白发红瞳女子，似乎正在跟人争吵，双方都压低了声音，双目因为气恼委屈似乎变红了，像是灿烂的宝石，而争吵的那个人似乎是个流氓。魏馆主以一种直觉般的本能做出了判断，满身的酒气，行为邋遢，你让开。白发红瞳女子低语呵斥，再不让开我便喊人了，让他们看看你。那男子魂不在意缓声道，你便喊了，我只是觉得此事我们应该说清楚了。他浑身酒气，伸手便要去抓那女子手腕，那女子当真开口喊，而男子不在意道，不会有谁来的，你我夫。哐当一声巨响，魏渊手中一根木棍直接砸在这上古街溜子九蒙子的后脑勺上。不会有人来，你特么的臭流氓给爷死。啪，男子直接趴在地上。 Surprise Motherfucker， 谁说没有人的？
白发狐狸仔挑了挑眉，棍子扛在肩膀上，非常的潇洒。这位雷祖部的女子今日同意他们退换货，态度还很好。魏渊本也看不惯这男子的所作所为，只是那白发红瞳的女子反倒是惊愕，而后哭笑不得，嗓音温柔。啊，是你呀，涂山部的孩子。魏渊点了点头道。嗯，今日还没有道谢，毕竟我还有谢那家伙给添了不少麻烦。再加上路见不平，本就该挺身而出。哼，只是未曾想到皇帝姬轩辕的不足居然也会出现这样的败类，我倒是要看看轩辕帝会怎么判你。魏渊反手把这个醉醺醺倒地的男子拎起来，打算看看这家伙到底长什么样，而后陷入沉默。这脸，这契机，为什么那么眼熟？江映抬起头看向前面的女子，嗯，面容年轻，但是气息已经不复朝气，想来岁数不小，白发红瞳，身材不高，面容温柔美好。嗯，白发红瞳，白发红瞳，卧槽。嗯，不应当，不应当。某白毛狐狸背后出一身冷汗。那女子噙着无奈的温和微笑道，还未曾介绍，我是雷祖。他就是。那醉酒的中年大叔迷迷糊糊道，我就是姬轩。魏渊身体比脑子快，得益于无数次的和上古五大流氓天团互殴的经验，他在清醒之梦中和上古老流氓交战的本能发挥效果。啪，抬手五指张开，直接扣住了大叔的头顶。反手拧身用力，爆发于一点，势破千军，给噎死。轰，姬轩辕的头以蚩尤嫡传九黎种竹笋的法子埋入地里，大地崩裂出一道道裂隙，连旁边作为招牌的不足旗帜都偏移了下，烟尘飞扬如沙，一片死寂。姬轩辕的头被埋在土里面，腿脚抽搐了下。姬轩辕不知为何以诡异的熟悉方式扑街，一片沉默。所以这里其实是轩辕和雷祖在争吵夫妻间的事情，所以他们才压低了声音不欲人知道，所以这里才会空无一人，因为姬轩辕肯定早有安排。所以来到了倒影的小世界，第一天就在人族腹地高手云集的轩辕丘反手把姬轩辕给撞晕了过去。这种破事情该怎么办？想一想啊，我的大脑一定一定还有破局的方法，一定有。白发道人沉思沉默，放弃思考，挠头爽朗大笑。啊啊哈哈哈哈，真的是，我好像听错了呢。什么姬轩辕，哎呀，真的是大误会。那么今天我还要去摆摊呢，再见了呀。他拎着作案工具，一边挠头单纯爽朗无害笑着，一边往一侧快速平移，溜了溜了。雷祖莞尔一笑将他拦下道，又非人皇圣典，轩辕也不至于计较这些，再说本来就是他做错了，你也只是帮了我而已，无妨的，我自可以保你无事，只觉得你打得还不够用力。嗯，你先把他扛过来。白发道人沉默了下，还是反手拎着姬轩辕的脚腕，以一种极富熟练度的方式，噗呲一声把鼻青脸肿的姬轩辕拔出来。九黎嫡传对轩辕特工型武技催铅竹，嗯，原名石铁催铅竹，还有九黎秘传拔山，原名是拔山笋，招式威力不说，只能说这取名字的法子实在是太过于淳朴。魏渊收回思绪，看着手里面晕眩的中年版本姬轩辕，嘴角抽了抽，打习惯了，也被打习惯了，都习惯成本能了。可恶啊，来到轩辕丘，没有解决了不周山，也没有解决了水神共工，但是把举行人皇典仪的轩辕皇帝创晕过去了，该怎么办？嗯，白发道人思维突然顿开，缓缓低头看向手里拎着的上古莽夫，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等等，姬轩辕昏迷七天，事情似乎也能解决，直接延期，你两个就都别选举了，不选自然不会出现头撞不周山的事情。不过这样的念头也就只是想想而已，这个难度可是比起其他的都来得巨大，
魏渊老老实实把大概帅其实是因为喝酒喝大了才猛了的姬轩辕送到了床铺上，后者昏迷之际还在咬牙切齿。蚩尤，你个混蛋。蚩尤，不愧是姬轩辕，从揍自己的力道上就能辨别出来这功夫来自于谁吗？魏渊嘴角抽了抽，叹气一声，那边的雷祖给他倒了一杯茶。是神农氏当年寻找到的，单纯的煎茶，里面有几片灵花的花瓣，味道清甜。魏渊喝了口这在后世无法重现的茶，道，今日真的是冒昧了。雷祖摇头道，无妨的，若你没有出手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为不可测。喝醉酒之后，他更是倔强，往日也就只有阿尤和行妖可以拦得住他。阿尤，行妖？魏渊怔住。雷祖敛了敛眸子，道，也是啊，你们这一代可能更熟悉他们的其他名号吧，冰主蚩尤，战神刑天，当年也是只有蚩尤和刑天更让轩辕冷静。白发道人看向那边沉睡着呢喃着那两个名字的轩辕，突然道，当年之事应该不是简单的争斗相杀吧？雷祖微怔，道，之前就有感觉了，你这个孩子似乎说话都很直接。白发红瞳的女子想了好一会儿才想到了这个形容词，而后噙着微笑叹息，一点都不像是涂山氏。嗯，只是你猜测的确实不错，他们曾经是战友。女子温和一笑，看出了魏渊眼底的好奇，道，当年的事情若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慢慢说给你听。第0838章因果缘由。蕨草为妖，蕨木为桥，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行妖，妖其少壮也，草木茂盛，之子于归，这确实是一个符合最初的诗人文官的名字，唯独他死后方才真正被加之以刑天之位，当年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刑天、蚩尤、轩辕、神农，这些是战友？是，姬轩辕将刑天葬在了长阳山下，尊蚩尤为宾主，历代祭祀，如果真的是敌人，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待遇，而最重要的，如果不是故交战友，不可能自刑天的记忆当中重现了蚩尤、神农、轩辕的战魂。魏渊看向面前的雷祖，后者端着茶，似乎是在回忆着遥远，其实也并不遥远的过去，回答道，你应该也知道，那是最大的一战，可是当初无论是九黎还是说有熊，都有大量的神族参战，一方是大荒诸神，一方是昆仑诸神，但是可有什么人族的英雄涌现出来作为主力吗？魏渊神色微正，察觉到了这微妙的问题所在，那个时代是人族英雄井喷式出现的时代，但是最终角逐人皇之战的主力居然全部都是诸神，这边靠着诸神进攻，那边拉来诸神战斗，那是一个约定，是一个计策。白发红瞳的女子看着那边大醉的轩辕，轻声道，诸神不可能允许人族迅速的崛起，而人族当时的底蕴和诸神硬拼无异于自杀，而那个时候人族的各大部族刚刚有聚合的趋势，这个进程绝不可打断，所以轩辕和阿尤做了一个约定，那是一个风起云涌却又已经弥漫着刀剑和血腥味道的时代。81个部族汇聚在了蚩尤的麾下，名为九黎部族，而在大江大河耕种狩猎的炎族和皇族，在神农氏和轩辕的一场比武后，选择汇聚于轩辕地的有熊部下。原本四下散乱的人族在这个时代终于开始汇聚起来，但是这样迅速的成长速度也带来了神灵们的注视。决裂吧，开战。高大的九黎之主神色平静，姬轩辕饮酒，就如同诸神所希望的那样，但是我们把人族的主力全部收敛起来，引那些诸神进来，我引大荒那边的，你引昆仑那边的，哼，帝俊和西王母不提，这两边的势力可是太大了，神灵太多，势力范围太大，就会有充斥着勃勃野心的神，会有未雨绸缪觉得人族不可控的神，会有利益的交锋和其余各类的谋算，会有征伐，而这样的事情其实已经开始了。红绳束发，英姿勃勃的姬轩辕伸出手，双方开战，
引诸神入局，保留我人族的有生力量，消耗诸神。他们要战争，我们就给他们这一战。炎黄之主噙着微笑，胜者为人皇。九黎之尊神色豪迈，败者也不过是一死。但是无论是谁，都要照顾好对面的不足。好。于是九黎冰主引进了好友最后的酒，离开了轩辕丘，他们率领九黎的精锐席卷了天下，而炎黄的部族也握紧了刀剑，上古的英雄们纵横于彼此相杀的战场，刀剑都斩向曾经把酒高歌的朋友。最初的英雄们以自己的骨血和刀剑铸造了向上的阶梯，彼此的刀剑指向了诸神。九黎八十一部族的族长全部死在战场上，人族炎黄的利木一人以力放牧天下的豪杰也战死，封后同样付出足够的代价。而与此同时，大荒和昆仑有更多的尸骸坠落，那些渴求着鲜血和战场的部分战神凶神们都凋零在此地。踏过诸神的尸首，大荒的势力向后退出了人间的范畴。那一年的冬天，轩辕的剑刺穿了蚩尤的心脏。再然后，神农失踪。他杀死了愤怒的刑天，放逐了疯狂的女魃，埋葬了封后利木，驱逐了痛苦于两族立场的庚辰。第七年的春日，有雄部的桃花再次盛开，灿烂的如同火焰。可是曾在花树下席地而坐纵酒唱和的年轻人们都已经离去，英雄的豪气和壮志如燃烧之后的残灰般飞散在历史的书页间。炎黄的气焰，九黎的冰封，淬炼出的火焰般的花树下，也只剩下了姬轩辕独自饮酒。能陪着他的那些人，最终由他自己一个一个亲手送走。而他转过身，握着剑，仍旧必须要以炎黄黎民的人皇之姿态，强硬地对抗着诸神，将杯中的烈酒倒入了火焰当中，安静看着有雄不足的桃花。姬轩辕将蚩尤的尸骸葬在了涂山青丘，将刑天的身躯埋入了长阳山下，将神农氏的传说播撒向了人间。而他提起剑，平静注视着诸神，麾下神农炎族，轩辕有雄部，九黎八十一位豪迈部族首领的子民们汇聚在他的背后，沉默无声，将兵刃对准天地。这是他被称呼为皇帝的时候。历史和神话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结束，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只是开始。死者奔赴自己的终局，而那沉重的职责最终全部都将由活下来的人一力承担。最后胜利者亲自斩下好友的首级，为这一次荒唐的大战画下结局。而无论是谁的胜利，都将彻底将对方的不足也融入自己的势力之中，所以是炎黄黎民。雷祖安静看着那边的姬轩辕，魏渊端着茶，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以人族的争斗引动天下的大事，极大地消耗了神灵的内耗，所以那位封后也是因为算计诸神而早早死去了。在巨大的争斗之后，诸神退去，形成了如今的势力格局，而久战的人心也渴望着大治之势的出现。炎黄黎民的概念也第一次地被创造出来。魏渊道，那神农氏江叔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去了哪里，但是刑天的原因是因为神农一旦去世，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掀起反叛的旗帜，和平下来的人间不能再如此了，让人族再度发生一次分裂的大战，这或许是神灵一方的选择。雷祖回答，所以轩辕把神农之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妖战行妖，以秘法和神通封住他的神魂，愤怒之下死去的话，反倒是能够长久地活下去。或许这也是一种自私，他们死在这个时代，却终究会在遥远的未来复苏，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人族助力。是吗？魏渊手中的茶冷了下来。雷祖看着轩辕，曾经的少年英雄，意气风发的青年人皇，此刻浑身的酒气，鬓角白发苍苍。失去了原本的坦然，失去了帝王的雍容，女子眼中复杂，道，只是，人终究是需要其他人的。当知道他过去的那些人都离去，熟悉的风景再也看不到，熟悉的朋友一个个消失，其实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就已经过去了，而无论有如何的苦衷，亲手杀死战友，放逐同伴，背负恶名，这些都是事实。
倒是难得能够和旁人说说这些事情。只是不知道为何，看着你就觉得有些投缘的感觉。雷祖噙着微笑道，就当作是我这个老婆婆的闲言碎语了。不。魏渊摇了摇头，想了想道，我其实也懂得一些医术，如果不介意的话能让我看看吗？嗯，好啊。魏渊给雷祖把脉通气，神色略有沉郁下来，脸上的神色一点一点的压抑下来，反倒是雷祖神色温和道，是不是到了寿数将近的时候了？倒是也不必觉得难以开口，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明白。鬼鱼区去世之后，我很久没有见过运气之术了。难道他留下了什么传承弟子吗？鬼鱼区大弘是黄帝内经当中教导轩辕运气之说的老者，发明五行，详论脉经，究其义理，以为经论，是神州五行的起源，是医家的始祖。无论到门练气术，还是说各家各派的运气之法，天地五行根源全部都是记述他言行的黄帝内经。而雷祖的伤势远比魏渊想象的更为严重，而他很快就明白了缘由，上古时代连黄帝内经记录的鬼鱼区都才刚刚去世，五行之术脉络运气之法全部都是草创，根本没有什么修行。这个时代是和天地相争，同万物求存的时代，元气充沛，灵气浓度高，让那些意志坚定的英雄们迅速提升实力，但是那些浓郁的元气和暴虐的灵气也会冲击他们的身体，损伤他们的根基，让他们寿命其实并不长久。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神农氏也失踪。是因为这个原因神农才被害了吗？哼，看来是吓到你了吧。无妨的，我这一生也曾经和诸神争锋，见识过天高海阔，也看到过神灵陨落如雨的模样，寿命长短倒是无妨的。雷祖噙着微笑，只是感慨道，够快意了呀。魏渊沉默着为雷祖温养过伤势之处，又根据山海经的记忆写下了许多对他伤势可能会有效果的药物。雷祖微笑着点头，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道，对了，你对阿游和行妖的事情这么有兴趣，这里有对应的解除封禁的方法。呵，多传一人也能保证这样的法门不至于消亡，阿游和行妖若是一直沉睡着，也是要怨恨我们的。雷祖取出了两枚玉符交给了魏渊。魏渊郑重接过，沉默了下道，鬼鱼区他是，那可是神州先秦诸子炼气术、神州医学、内家武学、五行轮转的源头。雷祖回答，涿鹿之战为救百姓力竭而死，葬于雍。白发道人沉默无言，拱手一礼。魏渊缓步走出，背后阴影能听到了雷祖和轩辕的声音，姬轩辕的实力在这个时代似乎尤其强大，但是连时代对于人皇的作用都彰显而出，这真的只是倒映出的小世界吗？魏渊伸出手，手指上有两枚玉符流转，那代表着彻底解封蚩尤和刑天的方法，是后世已经失传的秘咒。上古时代啊，真的是最初的英雄们奔走于大地之上的时代。魏渊无法想象当初的那一场大战，把玉符收起来回到了屋子里，现已经醒过来了。魏渊把东西提了下道，我去外面找了点东西，今天给你整个大的。少女现好奇，魏渊在忙活的时候靠着这些动作来放空心绪。蚩尤、共工、轩辕、雷祖、祝融、不周山，一个个原本因为了解的角色又多出了新的部分，现在当初的主角也就还剩下颛顼了。难道是颛顼出了问题，才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变故？可是这绝无可能，那可是禹王的偶像，在禹王时代数百年前一力支撑人族的人皇。故背后传来一声呜咽，魏渊一惊，下意识转头看到身穿白衣的少女吐出舌头，满眼的怒意，死死盯着那一个果篮子里的红色果实。白发道人放声大笑，啊哈哈哈哈，告诉你这东西很酸的，还偷吃，这么酸谁会买？现被酸的咧嘴咕哝。魏渊得意洋洋，哎呀，山人自有妙计，所以说亲缘的祖先真的是对不住了哈。
他用上古时代的灵蜜加上类似于山楂的灵果，成功炮制出了上古的糖葫芦。嗯哼，共工那边一大堆孩子，那家伙又是个有钱豪气的冤大头，嗨嗨，好主顾，仅限于这个小世界里，就请让我赚你一笔狠的吧，水正共工。阴仙欠下，果就不还了，哈哈。魏渊递给少女县一根加了多量糖的糖葫芦，气势汹汹的摆摊，想着今日给祝融的妻子看病之后，也要去拜访一下颛顼了。而这一次，魏馆主的摊位再度得到了热烈的反响，似乎已经有传言说涂山氏的族人特别擅长做各种饭菜了，所以队伍排得老长。少女现坐在后面的青石上，咬着糖葫芦，踏着鹿皮小靴的双脚搭在一起晃啊晃，铃铛叮当叮当响，前面队伍排得极长，从最后面排到前面少说半个时辰，一个身影斟酌了好一会儿，突然一声大喊，姬轩辕大人出来了。嗯，姬轩辕。魏渊讶异，抬眸看去，却完全没有见到姬轩辕的人影。而之前排队的那些人，没有他的神识和修为，都哗啦一下就都涌过去寻找皇帝的身影，这队伍一下就空空荡荡的。魏渊嘴角抽了抽，明白这估计是有人不想排队搞事情。好谢啊，这手段太谢了，魏渊心中吐槽。罪魁祸首很快出现，袖袍翻卷的声音，一个身影在他面前蹲下来，自然卷曲的黑发垂落，蓝色的发带，白色长袍，嘴角一颗美人痣，却偏偏是个男性，手掌撑着下巴，一双紫色的瞳孔好奇看着前面的点心。这是什么？味道似乎不错。魏馆主思绪凝固，看着那一双通透的紫色眸子。嗯，开明，开明。当你摆摊位做小吃摊的时候，遇到敌人来买东西，你要做什么？魏渊下意识握紧了手里的糖葫芦棍子，盯着开明的眼睛。也要在你的眼里撒点糖灰。第0839章，诸果之音，前世溯源。一根木头签子握在剑术巅峰之人的手中，也足以撕裂妖兽的鳞甲，展开涌动的汪洋。但是眼前这俊朗到妖艳的青年，眼皮子搞不好比那种猎山兽后心上最硬的鳞甲都要硬。会不会被折断？开明默默往后挪移，笑容灿烂道，哎呀呀，这位没见过的涂山氏的七尾白狐狸兄，在下承认在下的眼角很好看的，但是能请您把你手里的竹签子往后挪一挪吗？你不会想要用这个东西戳我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忍心对如此俊美的我下手吧？阿宪皱了皱眉，这家伙好讨厌。魏渊嘴角抽了抽，果不其然，哪怕只是小世界里倒映出的开明都极为的欠抽啊，好想抽他。但是魏渊看了看周围的轩辕丘，还是收了手，毕竟是人族腹地，哪怕是小世界也是人族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一个涂山部的家伙把昆仑三神之一的开明仔给戳爆了，魏渊可不想要在这个小世界里再对上西王母了。他嘴角勾起，一点一点露出了爽朗扭曲的微笑，道，当然不会了，尽管你把我的客人都赶跑了，我也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就把你按在地上暴捶一顿啊，哈哈哈哈。开明仔大笑起来，非常熟络的用力拍着魏渊的肩膀，道，你果然很有趣。嗯，这个东西给我来几串，我试试口味。开明把糖葫芦咬在嘴里，眼睛微微亮起，然后以一种愉快的和店主唠嗑的姿态蹲在那里不断的吃，等到那边的众人发现蹲在摊位前面的贵公子打了个饱嗝，地上满满的竹签子都吃完了。你妮妮，哎呀哎呀，呜呼爱在，没了，都没了。一众人懊恼着离开，开明视线看向最后的几串，伸出手去拿，身穿白衣的少女现直接拦住，金色龙瞳怒视着开明，这是我的。而开明作践十方，轻而易举地绕开了少女的封锁，拿到了想要的东西，愉快地道，分什么你的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十方内，啪，一击标准的不周山手刀重重砸在了开明的头顶，砸得他眼前金星乱冒，脑壳发昏，
一头卷毛直接炸开，脚到膝盖直接被巨大的力量砸入了地面里，气浪轰然炸开，直接横扫了一整条街道。魏渊面无表情地把糖葫芦从昆仑三神的手里抢出来。连小孩子的东西都抢，脸都不要了。小孩子。开明怔住，而后眼睛慢慢瞪大，最终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小孩子，小孩子。啊，对对对。你说的对。是我的错，我居然和一个小孩子小姑娘这么一般见识。我该罚，打得好啊，打得好。开明的脸上浮现出无比愉悦的神色，然后噙着微笑，笑眯眯地道，哎呀，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小妹妹，你一定要原谅大哥哥我呀，现的头发都炸开成蓬蓬的，露出虎牙，你这个家伙，好讨厌。啊，怎么能这样说，大哥哥我会伤。轰！第二发不周山葬送手刀直接砸在开明仔的头顶。巨大的气浪狂风第二次横扫了整条街道，开明眼泪都差一点被打得飙出来，半个身子像是钉子一样被直接钉到了上古的石材里头，整个身子都像是被埋起来。习惯性眯眼笑着的开明沉默着看了看黑着脸俯瞰自己的白毛，看到后者围着围裙，半张脸都黑着，收回右手，那右手掌刀因为超速度破开空气，挤压出的空气压强堪称巨型重锤，此刻散去，白色的气浪烟气一散开。看了看自己的处境，沉思顿悟，老老实实道，抱歉，是我太嚣张了。你不是小妹妹，你是大妹子哟。开明露出愉悦的笑容。轰！人族大唐斩马见泰山十八式为基，称天主地为核心，不周山葬送手刀十八连斩，这个家伙实在是太讨厌了。少女线难得在那张脸上出现了这样鲜明的恼怒和不喜欢，魏渊看着少女只是感慨，看来就算是失忆了，煮酒因和线讨厌开明的本能还在吗？少女手里左手右手都握着糖葫芦，用开明最喜欢的点心出气。而在摊位那边，开明仔已经只剩下个脑袋在外面了，噗呲伸出两只手。嘿咻。开明用力把自己直接从土地里拔出来。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揉着额头噙着微笑道，线。哎呀，原来是叫这么个名字吗？烛龙啊烛龙，你居然会天真到相信了伏羲那渣子的话，乱练什么无上大神通，真是天真啊。伏羲那家伙可是我都觉得是渣子的程度啊。结果把自己的底蕴分裂出了这么个小家伙，噗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小妹妹，小妹妹，哈哈哈哈哈哈哈，太好玩了，值得去找你好好的嘲笑一番。这就去。开明仔愉快地决定了接下来的职责。青年黑色略带着些许紫的卷发垂落在背后，一只手把玩着玉石，嘴角一颗美人痣，微笑着自语道，契机命格并无不妥，却绝不存在于这个时代所有生命名录当中的涂山氏。自称是七尾白狐精，却是人族之身。烛龙自我分裂的三分之一底蕴，乃如出生之灵。哎呀，这一对组合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以及手指把玩，玉石流转，其中一缕奇异清气流转不休。开明紫色的瞳孔注视着这一枚玉石里的清气，作见十方，十大巅峰，而且是本体。正是那身份奇异的白发之人肩膀上，那一缕昆仑气息引得他主动上前，而后在第一时间拍肩膀的时候掠了一缕出来。哎呀，居然是肩膀上的吻痕，啧啧啧，不愧是涂山氏，玩得真花。不过有些奇怪。开明若有所思，尝试以自身权能去探查的时候，却遇到了屏障。他侧过眸子，看到那背影，看到其周身缠绕着苍茫的混沌天道，青年屈指，将这一枚玉石抛起，接在手中。混沌无形，先天地生，鸿蒙未开，而我独行。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道，看来你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呀。开明一时间有些寂寥落寞，就此离开了人族的腹地。魏渊用开明给的货物，交换了许多自己需要的灵材，其中有一部分是
解开蚩尤和刑天封印，让他们转醒过来的法咒所必须，而后世已经彻底消失灭绝的珍稀灵材。魏渊这段时间所做的，就是将这个时代那些即将在数日后灭绝的灵材都买下来一种，虽然说是小世界罢了，但是魏渊也想要试试看，若是这些灵材能够带出去，老不周称天主地，镇压六虚，那么或许又会出现能让这些灵物延续下去的区域。这个工作很难，选出对应的灵草也极富有挑战性，但是对于魏渊来说不是问题。你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现看着魏渊连一些很寻常的灵草都买下来，有些疑惑。白发道人道，因为他们或许就会灭绝啊，很快。灭绝？少女不是很明白，道人转眸看了看那边的不周山，共工撞击不周山，将会导致整个世界的秩序巨大变化，很多灵草灭绝。其实魏渊更注意的是那些很容易生长，也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灵物，就像是摊位上这个，是以一种灵兽的血诞生。只要人族在成年之前服用以这药物灵材创造的丹药，就可以有三成概率自然而然地掌握这灵兽的七种类法术能力之一，控火、御火、御火，以及四种破坏性的攻击力，并且洗炼筋骨，提升肉体的素质。重点是在这个时代里，这玩意儿是最普及的药材，是那位鬼鱼区发现创造的，基本是相当于后世的疫苗一样，每个孩子都会服用的东西。就算是没有顿悟法术能力，也会强化肉体，而没有领悟法术的话，肉体的强化程度就会更强一些，总得来说不算是亏。魏渊把灵草收起来，松了口气。也幸亏是他懂得山海经以及很多没有记录在山海经里的东西，也幸亏这里是百年一次的有熊不胜会，基本上除去了那些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极端珍贵的灵材，这里都齐活了。魏渊看着手中的灵材，上古黄帝内经记录的闲人和神农氏一起找到的17种断体丹、31种淬魂之物，以及对应五行的五类能够刺激神魂领悟天生法术的秘药，虽然概率不大，但是上古之时神话的力量，再加上后世精妙到了分子原子的科技，应该足以大幅度推进觉醒概率。不说让炎黄和那些天生强大的种族比，但是至少也是一个比较合格的上古族裔了。现看着出神的魏渊，疑惑道，灭绝是什么？道人回过神来道，大概是再也不会有这些东西了吧。他看到似乎有些黯然的线，微笑安慰道，不过很多东西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东西消失了会诞生出新的灵物、新的族群，比如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地方。其实当时我出去想要找虾，没有找到来着，你还记得吗？因为之后那里可能会出现一条河，里面的鱼肉味道很好，还生长着一种足以抵御上乘火焰神通高温的虾。那岂不是没法做熟了？现下意识询问。道人大笑着道，是啊，但是没关系，生吃的话味道鲜美至极，能够提纯血脉，不过我倒是希望这一条河流最好不要出现。什么？无妨，自言自语罢了。白发道人广袖长袍，看着这遥远时代的倒影，周围一切呼喊的声音、言语的声音、孩子的笑声、天空的风声、烟火的味道，一切都真实，而道人踱步其中。注：给过去的我。有一种亲缘鸟，虽然是鸟却会产蜜，你千万记住把这一族拖家带口都搬到昆仑山上，以便于能方便取蜜糖做点心。轩辕丘外的山上，卷发紫瞳的青年认真写完信，然后屈指一弹，这信间直接刺破空间和时空的长河，出现在了过去的开明手边。所谓本体最佳的摸鱼术，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全部都一股脑抛给其他时间线的自己就可以了。哎，还有西皇那个家伙，可恶啊，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实在是没空做他的委托。可是就这么放着不管，会被他揍死的吧，那暴力的女人。至于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万里迢迢赶去嘲笑烛龙啊。
开明左思右想，终于有了想法，手掌一拍额头，取出了那带着自白发到人肩膀上烙印偷窃来了一缕昆仑气息，将玉石放上去，道：你不是让我寻找最后一位天女的点灵之物吗？这是我偷，嗨嗨，是我机缘巧合得来的昆仑之气，长风若轻，千年不息，不如就以千年不止的昆仑长风作为你最后一位天女的灵性，如何？嗯，此物已随信笺寄出。嗯，虽然说里面莫名有了和那个不在现在不在未来的家伙一缕缘，不过此人恐怕是魂天后手，当世无碍。总之这因结下就结下了，大不了让那最小的天女和这家伙有一桩缘法，多了个看顾他的前辈也好蹭一蹭混沌天道的好处，那好处大大的有哦。那个可是混沌天道。开明摸鱼成功，愉快离开，未曾多想。昆仑山上，此刻的西皇收到了开明的信笺，取出了那一枚玉佩，感受到了上面的清气，看完信笺也觉得无妨，既然是连开明都觉得略有些莫测之辈，那么结下善缘也是好事，就当作是一场生来素缘，无来因果罢了。西王母打碎了玉佩，以那一缕清气和昆仑的长风为核心，点化了昆仑早已孕育的最后一位天女，看着那眉眼化生的孩子，西王母的脸上也浮现出温柔之态，手指轻轻摸索着孩子的眉心，温和笑着道：如此恰好。嗯，再过数百年女西娇女也该转世了，应该会转世到涂山，到时候你应该也长大到至少看上去四五岁的样子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看人间，去一次涂山。第0840章高阳试恩，这样的话应该会好一些，但是往日不要再接触灵气爆裂的东西，以及祝融部魏渊在一日的疯狂采购之后，如约在恍惚之时来到了这里，为祝融的妻子疗伤。那是一个容貌温柔清秀的女子，眉宇温和病弱，一点都没有传说当中在见到祝融的第一面就说要嫁给他的那种明朗。而检查身体之后，那种油尽灯枯般的感觉让魏渊都一时无言。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虽然看上去昌盛，但是也不过是火神祝融强行以自身的修为续命，以天神的力量强行将已死之人当死之魂留在了死亡前一段时间的状态。这比起所谓的续命转世更为困难，因为这位女子并没有如英豪那样能对抗天地轰炉的资格，哪怕是祝融的妻子也只是有一世的情缘。祝融这样的举措简直是和在天地固有的法则在对抗，属于真正意义上无上大神通之列的起死回生。但是这样的手段终究是不可能长久的，祝融太强，而这位女子又太弱了。祝融满脸担忧，魏渊一口气地说出了好多的禁忌，然后用诸多的灵物炼化了丹药，曾经的太平道次天师，72地煞神通当中医术的代表人物，哪怕是时代不同，药性不同，只要君臣佐使四类用药的原理还在，他也可以创造出新的药方。试试看。魏渊将药物递过去，那位女子服用下去之后，脸色很快地恢复了。苍白的面容上重新出现红晕，生机再度出现在了他的眼中。祝融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坐起，道谢之后，看着他已经能抱着阿玄轻轻哼唱着歌谣，祝融那温和俊朗的脸上出现了由衷的喜悦。魏渊把药方递过去，道：以这样的方式应该能够维持住他现在的状态。多谢，真的，非常感谢。祝融郑重接过了药方。此刻将原始烙印收入体内的魏渊摇了摇头，最后也只是说道：无妨，神灵不灭，这样的药方再加上祝融传输的火焰能够维持这女子的生机不散，但是既然是药就会出现耐药性，她能陪着祝融十年二十年，但是终究是要离别的。但是这样杀风景的话，魏渊觉得自己还是不要说了比较好。就他所知的历史当中，似乎这位女子在颛顼成为人皇之后很快就去世了，连带着祝融同样失守心魂，带着长琴离开了人族部族，四处流浪。
至少在这个小世界里可以避免这样的未来。魏渊缓步退了出去，把时间留给祝融一家，而后在外面的厅堂里安静踱步，看着墙壁上祝融氏的收藏，那是一张张古琴，都是上古之风，只有五根弦，内合五行，外合五音。尊下也喜欢琴吗？这是祝融他自己造的，一共三把，其中这第三把元音送给尊下。温柔的语调，魏渊抬眸看去，微微一呆，看到那边是一个身穿黑衣的青年，一边温软笑着搭话，一边抬手整理头发。他的头发似乎是被什么人故意绑在一起，变成了非常淑女的双马尾，此刻正在努力地收拾。嗯，阁下是。白发道人嘴角抽了抽。哎呀，我叫专虚。那个气质就特别特别好欺负的青年挠了挠头，道，这至于我的头发，嗯，是我之前遇到我的未婚妻子了，她性格稍微有点开朗了一点点，嗯，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她叫做女鹿，是涂山氏。OK, 懂了。白发道人抬手。打断了还没有开始解释的专虚，右手重重按在了他的肩膀上。带着欣慰、顿悟、感慨、同情等无数种复杂的情绪，重重拍了拍。哈。专虚茫然。女鹿，嗯，再加上涂山氏，就算不是女娇那样的九尾天狐之身，而一百分百的纯种涂山青丘一族，难道说这有熊部和涂山氏联姻的习惯是从你这里开始的？话说雨的偶像就是你呀，所以才跑去涂山的。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虽然据说他是听说老家的老人们说涂山氏的狐狸做饭好吃才来的，不过也没差。嗯，我记得专虚帝的孙女叫做女修，也是继承了女西氏的姓氏，而这个女子同样存在于人族的神话里，见玄鸟而生子大业，大秦之祖，玄鸟图腾的起源。女修的孙子伯益因为相助禹王治水有功劳，所以此姓氏赢。眼前这位带三分志气青年，最小的孙女的最小的孙子才是禹王时代的臣子，魏渊约莫能够把握得到，足足六代人，而在这个神话和传说交杂的时代，竟已经是三百余年的后来。专虚把自己的头发整理好，非常服帖地垂落下来，整个人没有传说中的鹦鹉君王的模样，反倒是给魏渊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可以宅家三个月不动弹的那种，好像连周围的环境都会被影响的变暗下来的宅。看着拉着自己非常热情地介绍这些琴的音色典故的专虚，魏渊莫名想到了那个温和的少昊帝被气得直接把琴瑟一下直接扔到龟墟里的典故，终于顿悟，是宅啊，音乐宅啊。禹王四文命，你的偶像和你完全是两个画风啊，人家根本就不是莽夫啊，人家是阴暗系音乐美少年，弹琴都能引过来凤凰的那种啊，岂可修，根本不是你这个能哈哈哈大笑着把毕方鸟都烧烤了吞了的莽夫啊，你呀画风差得太远了呀。真是个悲伤的故事，太悲伤了，悲伤到容许我默哀十秒钟。嗯，阁下。专虚疑惑着看着前面那个白发道人，看着对方伸出手捂着脸，肩膀剧烈抖动，似乎是在疯狂努力地憋着笑。专虚挠了挠头道，嗯，在下说的地方有什么不对的吗？没什么没什么，你说得很好。我想起有趣啊，不，悲伤的事情。嗯，对，咱们继续说琴。白发道人忍住情绪看着这三张古琴，专虚道，前面两张琴其实是我和祝融的，最后一张本来是他自己多造的，和第一张琴一样，若是抚琴者琴音悠扬，是能够换来一只凤凰鸟的。凤凰？是啊，唯独大荒彼端才有的五彩神鸟。魏渊伸出手指抚过琴音，虽然不擅长抚琴，但是多少是被夫子调教过的，震荡琴弦，以夫子所传的庄雅之音，专虚讶异不止，道，原来阁下不只是精通医术，还懂得乐理吗？不，只是会照本宣科而已。至于怎么练的，知道夫子他老人家拎着竹子打手板有多疼吗？夫子可是个音乐狂热分子，诗三百篇，
全部都谱了曲子的那种，要弟子们都必须通晓乐，魏渊再不及格，那也只是相对于其余的那些家伙来说的。伴随着清月的鸟鸣声音，一只小小的凤凰从天边飞来，在这古琴上盘旋，道人看到那小凤凰稚嫩可爱，身姿苗条清丽，尤其是声音清月美好，微笑着招手让那小凤凰落在自己的手掌上，左手抚摸羽翼，习惯性探入袖口，取出了用蜜糖、花生、芝麻做出来的小零食，喂给那小凤凰。小凤凰在初时的好奇之后，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零嘴，落在魏渊肩膀上。看来这小黄鸟和尊下有缘，专需微笑颔首，无所谓缘分不缘分的，因果之说也不必过于拘泥。魏渊道，至于这一张琴，贫道不通琴音色，给我实在是浪费，不如送给那孩子，送给长琴吧。这，那么，在下就带小长琴，谢过尊下了。专需最后点了点头，转过身看着里面的祝融夫妻，神色颇为复杂，叹息自语。强大到毁灭一切寂灭万法的十大巅峰之一，以及弱小到连火神的爱都无缘承担的人，他说出声音来，或许这一段关系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吧，这一段感情本不该发生的，是吗？白发道人伸出手，让黄鸟落在手掌上，嗓音温和道，男女之情，你情我愿，这样的事情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说罢，哪怕是伏羲这样的十大巅峰也不能说，他们的相遇是没有意义的。专需怔住，伏羲若是他真不服呢？白发道人平淡回答，那么贫道想想，打道服拎着尾巴抡圆了砸在地上一百遍啊一百遍，你个扎舌，我呸。不过专需贫道倒是有些事情想要询问。白发道人收敛了思绪，回到正题道，不知道你对于共工是怎么看待的？共工专需微正，而后眼底散发出灿烂的光道，非常非常非常厉害，长得高大，实力还强大，是战无不胜的战神，能够打赢数不清的战斗，而且我和你说，人的性格还很好，收养了好多的孩子孤儿，而且非常擅长乐曲，我之前有和他交流，编撰的点一支舞步和曲调，他只看了一遍就学。无比的热情让魏渊都有些措手不及。等等等等等等，水神共工，那第一次这家伙用拍手引导水族起舞是你教的？卧槽，你们不应该是竞争对手吗？为什么你表现得这么像是他的迷弟？白发道人沉默道，你不是要和他竞争吗？啊，哈哈，肯定不行的啦，我哪里是他的对手？专需一怔，而后自然而然地否定自己道，我之前都是过把起轩辕剑了，轩辕剑都懒得搭理我来着，而且共工比我高，比我强，人望也比我好，对不足也比我更有决断，我什么都不如他呀。是真话？魏渊疑惑道，那你为何要站出来和他竞争？专需笑容慢慢低下来道，其实只是想要进谏了，我也是比较认可共工大哥的想法的，只是我觉得他看的似乎有些错的地方，我希望能靠着在轩辕丘在诸位的面前探讨，把我们的想法也告诉他。共工大哥觉得人族弱小，所以应该要让神灵庇护着前行，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抬眸看着道人询问道，难道弱小便不求强大，贫苦就依附他族？他伸出手，如同当时共工指着楼阁和魏渊说自己的想法一般，指着远处的苍茫大树道，这树上有一种依附着它生长的藤蔓，当树木高大的时候藤蔓同样茂盛，但是当树木倒下，当树木不再庇护它，不管原本的藤蔓多么的茂盛，都会倒在地上很快的死去，原本依附于大树而出现的茂盛的枝叶会成为各类动物的粮食，肥沃的枝叶也会被蚂蚁群吸取，果实种子会被飞鸟啄食，最后连根茎都会被卧鼠吃得一干二净，而在一年之前它还是那样的茂盛，依附于大树的枝干简直像是整个森林最为繁茂的族群。
专需看向白发道人，神灵的庇护固然能够避免眼前的危机，但是却会彻底夺取高远之志、不屈之心，依附于他人的繁荣，他人也能轻易地收回去，谁能保证庇护人族的神不会变心，不会陨落？我不相信依附可以得到真正的美好，所以我希望和共工大哥他那边的想法交流，找到一个均衡点。当然，我还是希望他能作为人皇的，他比我要有资格的多了，我要是能够在他手下当一个臣子就心满意足，心满意足了。不，你同样有人皇的资格，我不能说比他更有资格，但是至少是被称之为武帝的资格，人族最伟大的古代帝王之一。腼腆的专需蹲在墙角用头撞墙，对于自己刚刚说出的豪言壮语，在那种自信之后扑面而来的就是羞惭和恨不得消失的低沉失落和自我怀疑。魏渊摇头，温和笑道，我倒是觉得你的想法也很对。旁观者无从说出道路的对错，但是至少你具备有丝毫不逊色于他的觉悟。不过先不说了，既然你是打算要做共工的臣子，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吗？否则的话，刚刚的豪言壮志也只是空话了。哎呀，有的，你等等啊，我找找看。专需手忙脚乱地取出了一枚枚玉符，哗啦一下全部倒在了桌子上，上面写满了各类的符文，自信道，我观察天地万物的先天阵纹组合起来的这个阵法，足以对所有先天类的神灵和强大生物进行血脉和先天级别的压制。只需要依靠不周山老前辈的力量，就可以在人族腹地布下强大的封禁，压制诸神的全能和神话概念，甚至于直接封锁神话概念。这样的话，相当于诸神也只是稍微强大的对手而已。果然，专需毕竟是专需，居然在这个年纪就已经有了构思。不过依附于不周山，果然人是需要时间成长的，不可能立刻得到最终的结果。魏渊看着这显而易见准备了很久的大阵，知道眼前的这位青年可不是那种只知道说大话的类型，想了想还是道，可是你有想过如果不周山的作用突然消失了，这个阵法该怎么办吗？啊，不周山会消失？专需呆滞住，显而易见没有做这样的预案。白发道人点了点头，或许呢？或许会被撞断呢？一切皆有可能。你看，你说要让人族摆脱其他神灵的影响，可是你说到底，不也是在依附于不周山这位最强神灵的力量吗？这样的手段虽然不错，可是和你的理想不是彻底的背离了吗？背离，专需呢喃，胸膛思绪涌动，似乎有什么要出现，下意识看向前方，看向那道人。白发道人起身，手指点在了那些玉符阵盘上，鬓角白发垂落于玉石上，嗓音温和，注视着他道，既然已经决定放手这些神话，那为何不做得彻底一点？不靠不周山，不是周天封禁，既然有此豪情壮志，何不绝地天通？